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好干啊！地下找到，我录到啦！好痛啊！你到脚破啦！好痛，有偏头啦！还好吗？指头啊！让他被吸呀！哎，你看那个柱子上有窟窿，哪里？那个墓园那边。肚子上，我想到谁的肚子上有蜈蚣？哦，我看到了。哦，我看到了，好酷、哦！看门呢，好会站哦，真的。哇，看门蜈蚣，位置也做的太好了吧？走过去会被打啊？会啊，应该会吧？他就会自己下来了，他就下来了。他会，哎、欸，他想走，他会想走，就下来了。啊，对不起，我罚你站在上面。好，我站上面，换你站着。等一下，对，我的飞行技术好像有点难。回来吧。那我把它拖回来。好，看他。把它拖回来。你这样反向去引他吧。对啊，他会背对着你。对。不是，他还走过来。不背对你啊，他会反向。哎抓小气气怎么那么气气头上插顶有一支箭头上插一根箭这我今天是在 cosplay 吗没有啊没事万圣节是不是万圣节对啦那是装饰品啊嘿哦万圣节快乐万圣节快乐大家万圣节快乐啊快点！太早了吧！哎，一二三四五六，差一个，差一个，他还在开电脑。我刚重开机。还有你的声音。哈？电的耶！你要进进出出一下，类似。喂。喂，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好，旅行者。等一下，是不是有人没声音？谁啊？什么团团？有啊。哦，好。有啊。哦。他没恭维。有啊。五星。隆重五星。来点名一。啊。三。啊，四嘞。默契嘞，没有默契，没有默契。不是你在哪一国点名，真的好神啊！点名不是应该老师讲，然后也先从哪里用吗？哦哟，对啊，对啊。点名告诉不一样。来，从左到右来，来一。你的左还是我们的左？左边是哪一个？没默契呀、啊，算了啦。算了啦今天呢、啊、稍微小改了一下一些指令 啊那个上次我说那个商店啊现在已经不会卖那个券了转蛋券不会卖了对、哦、现在呢你只要打怪就会有机会掉一些、欸、未鉴定的装备哎呦哦打怪就会掉怪咯对而且接下来呢目前可能有木质的有石质有铁质都会掉那、哦、现在开始呢精致的会、欸、基本上会有几率一次出五条石对啦哦对其他的话就都有一个上限这样子就是可能木质的只有一条、嗯、石质两条这样子哦抓装咯对再来还有我们的副本、嗯、副本现在 BOSS 会有特殊地板效果哦，地板效果，就是他可能走一走会有地板效果，然后那个红色地毯就是开始你会站在上面扣血哦。我还想说是 boss 有氪金 skin 是不是？请问要怎么拥有呢？啊，那个同学可以不要把那个标杆在我头上吗？谢谢。哦，原来会定点，我以为你不会定点，我就放着。会卡住，看不到。好，那大概是这样子。那没有什么活动，今天就自由活动。耶！那赌石可以用了吗？赌石啊，对哈、
还没啊，也可以继续收集。那阿喜，新闻社不是有话要说吗？我记得。对，但是我还在，我刚才还在拟稿，还在拟稿。你看，我已经拟完了，只是我是酝酿一下那个感觉。等下情绪不对是不是？没有，我觉得我今天很不在状况内，不知道为什么。哇，你说因为今天是 Blue Monday， 所以你觉得很还是小猫要不见了，你很难过。也多哦，东西有点太多了吧？哎，什么东西太多？不是那个装备也太多了吧？哎、啊欸，你好，你说你打一只就对啊，我随便乱喷哎，是不是你的心关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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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喷，一下一只是几率调错了，看一下、啊，是各种材质都有，但是就一只一个，一只对一只一个，一只搞不好还一只两个之类的，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我看超好抓、欸，你是不是少打一个零之类的、啊？没有没有，几率出问题了。欸，我看看，哦，一只一个呗，零点，一只一个，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还好呢，我看看，我没有一只，哎，反击这边打很好打，超，哎，没了没了没了，我没有一只一个呢，纯粹你的运气好啊，好啊，这至少有三个两个吧，可是。这个几率很高了，很高哎，我打三只一件都没有哎。还是你们的幸运值比较高啊，掠夺吧，两只一个掠夺之类的嘛，掠夺幸运，掠夺三而已啊，就很基本的、欸。玉髓库哎，好，我满了，你看看，我也满了，拿到一只时辰，一直满呢，哎，好多库库哦，开心，对，接下来垃圾会很多，开心，生肖要带那个啦，岩浆头，啊，你怎么都扔掉了？你不先去鉴定吗？啊。鉴定看看吗？你鉴定看看，搞不好很好啊，再扔啊。对啊，搞不好很强你。不是，有的是那个很烂的，哇，那个已经破坏了金装。哦，烂金装那个就不用了。哦，打怪掉的，打怪真的，哎、欸，我打到钻石碎啦！我的附魔有用。爽哦！你现在会打到钻石了是不是？我的头盔啊，上次那个。哦。哎，不说了，哎。小雨那个打僵尸，那小雨多打僵尸哦。不然会亏哦。对，可以刷新抽奖。好幸运哦，抽奖、哦。你说做公益，做公益。对，做公益。没有，上次有人把公益款拿走了。哎，我给你们一人一组啊。哇、哦，好幸运哦，好幸运的金装。哎，好幸运哦。好 lucky 呢。皮 happy， 好，下一个换谁？哎、欸，你的幸运帽帽，我刚搞，我也抽到一个三排的幸运帽帽，哎，好爽、啊，好幸运、哦，因为他金头盔，对啊，金帽帽，阿乐，啊，小雨，我鉴定一下，好费，其实这样打到钻石都可以直接拿来换钱呢，很棒哎，对啊，是还行啦，是还行。如果是你不要的话，嗯，放歪了，滑鼠快坏了，该换一个。几率是对的，没错啦。我的费，哦，或者是掠夺幸运会有一点。纯粹你们太欧。我设定的几率是只有10%，但是你的掠夺每一集加5%。哦，那合理，那合理。对，四分之一耶，就跟猜选择题一样。嗯，对啊，应该差不多吧，就是这个几率了。可以啦，还行啦，因为你打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东西啊。是啊，你掉呢，我飘错了呢，50%哎，我靠杯。啊，你按到50%哦。难。我想说50%，然后加5%，哎，然后再加。那这样子，有些人就60-70%哎。对啊，哦哈。下一个。你要一天几率 up 吗？赶快改吗？你就当做开服大放送嘛。啊，开服大放送，可以。所以刚刚是50%，然后我打六只才掉一件的概念。对，就是你真的是那这个吗？请问一下有非洲大酋长的称号给我拿吗？我可以抽卡吗？哦，快打怪喽！所以真的是打错数字。哦，这要改一段时间，因为我是一个一个每一个都把它加进去的。哦、那比较麻烦一点啦。那今天几率 up 了啦。今天就是 up， 你知道那个活动开始都会先给个 up 时间吗？
然后之后再不公告偷改吗？没错，然后再来就要被挤了，有没有？你是说那个掉宝绿偷改的吗？对对啊，那才是真的掉宝绿啦，三只果嘛，对不对？三只果。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之前啦，现在又有一个更大的一波啦。哦，那个好像也是啦。对啦，那个也是蛮可怕的。说到三啊，三这个数字，今天在跟那个小雨他们录影的时候，哦，就是他不是把那个双蛋瓦斯变三蛋瓦斯？对啊，他说三蛋瓦斯，我说哈，我想做三蛋里面三个头，那个嘛，那个有三个头的那个，不是三合一吃怪吧？我知道三合一吃这个小吃怪是进化版吗？没有，他是要说双蛋瓦斯。哦，他说三个，三蛋人家多一颗头哎，哇，超级进化哎，超猛的。超进化！哎呦，我打到三个金装，我来，我需要练电结吗？金装是幸运，我的刚金剑很烂耶，没有哎，没有哎，直接全烧了。我去就是弄了一下，就是主办单位说可以刷到五条，他只有一条，就直接把它丢了。他是说一次可以用最高五，对啊，最高啊，最高。我刚金剑弄出来是四条。对啊，哦，没事啦，没事啦，当捡到的嘛。什么？你刷到五条了吗？哇，我开了两把金剑，它都一条呢。不一样啊！哇，金剑一条呢，太好了，不是只有我。我开了三剑都是一条哎。来来来来，换我换金的，给你看。好，两个。四个，哇，这好漂亮哦！哎，五个哎，这是五个哎，五条的哎，好扯哦，好扯哦，改好了，精彩彩，不是说今天都是啊，不是今天几率 up 哦，你偷改，没有啦，我觉得我的还不错哎，不打了，不打了，对，你可以像中秋节一样大放送啊，对不对？啊，还有一个那个啦，就是。欸，你的幸运值越高，打到的越有机会就是遇水，就是高等级的。没有欸，运气度不好的话，就是都是木质的这样子。哦，木质的幸运就会差很多了。哦，那是不是该叠高啦？你们是不是该叠高啦？叠高，好麻烦。那我等下换一下好了。啊，好不想矿好的。他说我要刷金装，然后就叠到某一个那个值就好了，叠太上去就又变钻石装了。值你要计算那个详细数值是多少，太高不行，太低也不行。太麻烦。公布出来的数字都是参考就好了。参考就好。现在这么会喷装。坟墓底下可不可以申请一个鉴定所啊？超真的，我不想跑太远呢，超远的。鉴定所，对，放个台子可以。还是我们可以就是众筹募资这样。众筹募资要请他过来。是可以啦，只是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它很吃资源，所以哦，好吧，这边会不会卡？这个叫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应该要当做什么？这个应该当做就是你们那么爱刷宝，这个就是你们要付出的劳力，你们要自己慢慢走。我刚以为你要说这就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在那会那个会在没有不是啦，大家一起付出哦，这个是大家一起付出不行啊，这没塞啦。OK， 前面有一个人。来、啊、后面看看，哎，我真的会那个再拆掉吧？嗯，哦，五条呢？哦哦哦，这么对，好扯哦！我在等你讲话，阿王。我知道，刚刚就是大家一直在讲，我找不到切。哦，请切，请切，对不起，亚洲阿旺，对不起，亚洲阿旺，对不起，亚洲阿旺，对不起。我不要理你，我要开始了，真的开始。我觉得这样的题目呢是恶作剧伙伴，就是当你想恶作剧的时候，谁会是你心目中的最佳伙伴呢？那在开始公布之前呢，首先要先感谢一下伊万，这是伊万投稿的题目。哦，有人想到的题目，对，这是大家投稿。然后当时看到这题目的时候，就觉得太棒了，这题目真的是太赞了。我们之中呢，就有人专长是相爱相杀，不是，是那个啦。有人的专长就是恶作剧啦。啊、哦，谁啊？嗯，这个就不知道了。
然后我们先来公布一下校内的部分。嗯，那第三名，我们的恶作剧候补生有两位。走校内都是两位啊。对啊，两位人就是繁星跟熊猫团团。为什么会是我？我善良，我怎么可能会上榜？什么？我都是被整的耶！啊，这是我熊猫团团。先不明我的良心，再说一次。这个部分是校内投票，所以我们等一下都投票完，你再去质问一下是谁投你的。好的，没问题。我们那个是匿名投票嘛，哈，对对，应该是没事没事。知道了，已经知道一个了。看到朋友跟这个自己承认到一个，哎，自己承认什么？抓到抓到，他去承认的。说，我先讲一下繁星获选原因，说他可以想出特别有创意的恶作剧。然后还有就是，感觉恶作剧完之后可以一起装没事。恶作剧完之后装没事。对对对，啊，这部分是繁星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团团的原因呢？有人说，因为他就是混乱邪恶的顽皮熊猫。哈，顽皮熊猫。然后还有，这个我不知道算不算偷爆料啊？有人说你的鬼点子都是洗澡的时候想到的。哎，他自己讲过，他自己讲过了。这个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讲过，很多点子都是洗澡想的。哦，对对对。好了，那再来就来公布我们的第二名，我们的恶作剧精英呢，就是小雨。哦，我吗？我们是恶作剧小雨。对对对，有吗？有啊，还有。选小雨的理由呢？有人说，就是和小雨一起恶作剧就是效果了。什么意思？请问一下什么意思？不知道。然后有人说呢，阅读无数书籍的小雨一定看了很多杀人犯的知识，选他就对了。等一下，杀人跟杀人恶作剧，恶作剧是为什么？我跟恶作剧没关系了。对啊，我根本就走到另外一个会被抓去关的那个。好了，再来就是最后就是我们校内第一名恶作剧大师阿纪。啊，我嘞，我最不恶作剧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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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不意外？投的好，投的好，投的好。是你了吧？除了你想不到谁了？还有谁呀？获选的原因有鬼点最多，很会隐瞒跟吸引注意。吸引注意吗？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吸引注意，吸引注意。啊，有人说了，看看麦块地图里的各种指令者，你就知道这已经是恶作剧界的一颗星星啊！什么东西？恶作剧界的一颗星星。啊，以上就是我校内投票星星的啦。那再来呢，就是校外投票喽。行，校外投票。校外投票的部分，第三名最佳恶作剧伙伴是熊猫团团。为什么又是我？又是你的，又是你的啦！我觉得我会经过，因为预设，我想说今天应该会是你少去厕所就没事了啦。对，完全不会被提到的，知道吗？你刚才去厕所了。是我啦。哦。有选熊猫团团，有一个是说呢，想到只能成功之后可以听到团团魔性的笑声就有。这应该不是理由了。对，是真的吧？想听？对啊。然后有人说呢，熊猫团团是小雨认证过的屁孩，在飙车上飙不到第一名，但是在责任上是100%的冠军。等一下，我被小雨认证过什么？有屁孩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理由。我有吗？我怎么不知道？认证过了屁孩。你有不进就没有啊？没、欸，我有说你是屁孩吗？你有吗？我有吗？我怎么常说一些我不记得的事情？是不是？你看，我跟你讲，这一件事情我也不记得，你知道吗？对，你看当事人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怎么会有这个造谣人造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归类在观众的挑拨离间了。笑死！抓到抓到，观众恶作剧。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校外的第二名呢，特选恶作剧伙伴就是哈基。哎、欸，我居然是第二名啊！第二名，什么才？现在才第二名。首先来探讨一下他获得的理由。好，来选哈基的理由呢？有技术的问题就交给哈基了，没有什么事情是哈基的一颗心做不到的。好、哦。
然后还有人说他记得鬼点子多到会被骇客抓走。啊！啊！有人说呢，他既不是在死坏的路上呢，就是在死坏的路上，但是有可能是自己坏掉的路上。是自己坏掉的路上吗？对对对。然后也有人提到，就是之前的金装杀人事件。啊？有一个金装杀人事件。对对，可以很久了，好久以前。啊，这边就是哈基获得第二名的部分，那理由还有很多啦，到时候再给你们自己慢慢看。好。那接下来就是校外投票的第一名，以六票之差赢过哈基的第一名，六票而已，差六票哦。你知道上礼拜想说只有差三票，这礼拜应该会差更多吧？结果只有差六票。我压五十块。哇，我也是觉得是繁星哎、欸。对，我也觉得繁星。我的第一名啊，杀人放火，整人必选的就是繁星。为什么？果然腹黑教主鬼点子就等于是繁星，还会各种意想不到的恶作剧 combo。然后有人说呢，繁星在恶作剧的时候很容易可以把话题拐走，走向越来越歪的道路，是导弹的好伙伴。导弹的好伙伴。然后还有人直接在理由的部分直接贴上 YouTube 影片的连结，就是那个繁星的那个 ATM 小剧场整个垃圾片。哦，哪一个？说你的 ATM 三有整垃圾耶。哦，我知道啊，就隐形男在哈基旁边闹来闹去那一次，是不是？啊、直接贴连结，我这个连结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点一下。哦，哎呦，可以点哎、欸啊！哦，那时候哈基气到把他附近用成发光，你知道，还有不能过去。气呢、欸？太气了吧！2019年了哎、欸，哦，好久了、哦。对啊。我差点摔死。已经要三年二月，等一下我被整，我怎么不记得？难道到现在还没记，还不知道吗？没有，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你不是被他整吗？到现在你有创伤症候群哦。我等一下看一下，我记得啦。你等一下结束追一下看一下。我去西苦力帕的那个爆炸声音，你有印象？没有。然后就里面其实这个吗？现在看一下应该也没关系。完了。哎，我在打 boss 啊，我在打怪啊。大家都等你打完，等你打完。怎么好像很多观众记得了，我们都不记得啊？对啊，我们失忆，观众都记得好像。对啊，观众都记得超清楚。然后不是好久一个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就是回答的部分呢，他要写完整的、完美的预测我们的前三名，校外前三名。哦，你有多这一题哦，好酷哦。就是不是没有没有，就是他在选的时候，他选的选项就是一二三这样，然后他的理由。三个人都写到了，我念一下，有点长。综合来讲，恶作剧的点子，并且有行动力去付诸的人呢，非哈基莫属。而且哈基都是做很大计划的人呢。然后再来选繁星的原因是因为呢，繁星的点子多，但是多数是出主意的，付诸行动的话不一定是主动。然后团团的话呢，属于点子不一定计划周密或者新颖，但是想到了一定会去做。分析的超清楚啊！哇，比你们还了解你们自己，很猛哎、欸！真的，真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次的恶作剧伙伴的问卷调查啦，感谢大家的投稿跟投票。耶！那请问上礼拜是我赢过哈基三票，还是哈基赢过我三票？是你赢过哈基三票，还是我赢哦？对，那其实没有。其实都咬得很紧，咬得很紧，咬肉啊，咬得很紧。哎呦，哎、欸，哈基，哎、欸，是不是发绿光的会掉啊？發绿烟，绿烟呐、啊，绿烟。掉什么？因为我刚刚蝙蝠有发，好像有绿烟吧，我看它就掉了。掉什么？掉装备。掉装备。没有，装备是全部都会掉。绿烟 不就是那个球球？哎、欸，它又掉，它又喷了球球、啊。哦，真的哦，蝙蝠也会有的、哦。可是我没有打到球球哎、欸欸，我打了超多只绿烟的，一个球球都没有啊！哦，还是他的两个东西被咬掉了、啊。我知道了，你知道了，你马上改，又改又改又改，不把它进去啦！绿烟是那个，绿烟是另外的那个另外的哦哦，因为我有打蝙蝠打到中。哎、欸，哈基，哎、啊，打生物也有装备是正常的吗？他刚不是讲了，就是一般的什么鸡啊、狗啊、牛啊之类的，不会吧？
可是不是怪物不会掉啊。可是蝙蝠是怪物吗？它被我归类的怪物。哦，好，好，你怕它哦？放心没吧。那鱿鱼算怪物吗？它是乌贼还鱿鱼啊？鱿鱼吧。那、啊、怎么你打它有掉、哦？它有掉是不是？对啊，他我刚路过砍了一只，就把他掉了个头盔给我、欸。我不信，你拿来我检查。再砍一次。鱿鱼游戏哦，有有有有游戏哦，有游戏啊。他记所谓的那个动物，应该是指就是牛、猪、鸡、羊这种家畜类吗？对，就是可以养的，可以养。应该说反过来讲，不能繁殖的。哦。好的嘞。你好聪明哦。完了，我刚打副本，我抗性没有拔掉，我一直都是无敌状态。哦，你好强哦！上次用力量二五。先生，又打小雨。哦，还好小雨招没爆，我有跟到。尴尬啊！这个剑魔棒，这个剑丢掉好了，这个剑丢掉。你可以把那个啊丢到那个抽奖箱的抽奖箱里。对啊，bonus 啊 bonus 啊小友知道为什么厉害？哎、欸，阿旺，你看这里，哎，这边只有绿烟，有一只蜘蛛在这边，你有看到？这是有绿烟的，等一下啊、哦，他还没弄好啊、哦。好、啊，先养着，先养着。你发现？对对，等他、啊。我想说，这边只有绿烟爬冒起来。有我那个。声音的像有听到蜘蛛的声音，哪里？对，这里，这里吗？我看到了，我要养这个位置，我等。你在几楼？等更新，一楼，地下一楼。然后结果有人就很坏，就直接把他杀了。我就把他杀了。你说这个吗？你说这个呀？哎呀，我怎么挥一下就死了？哪里？太神奇了。副本的时候记得身上清空一点哈。啊，对耶，副本的怪也会掉你，分一堆，你清越高级的清越空啊。哦，真的假的？你去吧。啊 ，OK。啊，你寿命到了。好了，他可以把他砍死了。没掉石头哎、欸。没掉。对啊。他没掉。他没有掉啊。石头还是他是已经确认过了，所以不会掉。哦，有可能。好、哦，没事。确认过哦，就是他已经绑定好了。哦，嗯。啊，再重读一次。你是翻手人。哦、我刚要干嘛？我忘记了。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无敌，除掉你的抗性。你要去看影片吗？还是？啊，对，里面对，你喜欢动物吗？诶，你喜欢动物吗？他在游乐场旁边。我怎么没看到他亮晶晶？有啊，他有亮晶晶。哦，有了。嗯，没有，还没有石头呢。还是没有。对啊。真的还是没有。因为我刚好看到一个绿烟的僵尸。还是大家都要先把绿烟圈养起来，好了再杀掉。那这样好像蛮麻烦。那你可以随便养一只怪物，然后一直在它附近一直跳啊跳去。哇，叶妹来吧，叶妹。可是就比较麻烦。砍最后一下。啊。好，大概。我的高速吸引。哎，高粱。我说那个。那个超对超稀啦，对啊，所以那个改好了，超级稀有，没有那个超稀改好，没有啊，超稀一直都是好的、啊，是那个双重回响，哦，是双重回响才没有哦，我一直以为是超稀不行，那是双重回响，菲菲，哈，笑死，嗯，没，真的是我跟你讲。阿纪，哎、欸，自从你在高校讲了那一段之后，现在真的每个人都会关心你，我快笑死。哪一段牙齿吗？牙齿。对啊，哭了。现在又有人打 hashtag， 请问阿纪拔智齿了吗？没啦，我跟你说还没啦，十月了哦，还没啦。你不是说月底吗？没有变十月了啦。月底对啊，月底十月底。又变十月底了、哦，越来越久了，怎么我想的不太一样。
你应该去拔好啦。然后问卷的那个有什么想要说的，也有一堆人问。对啊，一直都要拔。那，聪明都快结扎了耶。他耶，为什么会比较早结扎呢？所以你现在知道比他先结扎还是你先拔牙？怎么说比他早结扎比谁？对啊，比他早结扎听起来怪怪的。早结扎，所以拔牙变结扎了。变结扎不是拔牙吗？怎么突然？我是结扎。他呀，有人已经在预言了吗？然后月底之后就变年底，然后年底就说后来就变成明年，明年了。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月底就变年底了，对啊。他记拔牙吗？年周庆过完年，他记拔牙了吗？周年庆，周年庆。那他要他要拔牙一周年啊？对，他有些优惠啊。拔拔拔拔牙。优惠好像好像，我刚刚也在那边发，我觉得很奇怪，什么东西？如果哪个诊所出这种广告，我应该笑完了。真的，八八八八，请问这是拔完就失智的感觉？八八八，完了，我已经我就失智，完了，智商起拔掉了，智商下线中。大爆，然后唱一首歌给他。你下一次别人再问你，你就直接讲说，等到库拉皮卡上传的，下传的时候，你就会去拔。我怕他连这马上就出来了，你知道吗？没有啦，我相信应该是不会啦，感觉他不跟的啦，我相信应该是不跟的。哎，他自己也很久没中了啊，那天就中了啊。是啊，也是哈。对啊，他自己立个 flag 啊，可能大家就有人看了。对啊，这样子啊，对啊。哎，巧克力很感谢你耶。他怎么想都中不到吧？他都已经等到快疯了，你知道吗？对啊，小说都想都赚了，他已经不是漫画了，是小说了。对，哇，那个字真的是字超爆多。我后面都改看图了，不看字了。说到后来，这剧情不是就塞一大坨？对呀。我觉得没有完结，看就是感觉他就是不会完结的东西，我就不太想去看，因为我怕我如果入坑了，然后他一直不完结，我会很难过。哎、欸，真的很难过，叫自己孙子烧给自己。然后重点是自己又很爱那个东西，这样就很烦，这样真的很尴尬。对，所以我一律只看，好像听说感觉好像会完结的东西，然后就可以看，没差。然后就被打脸了。对，就不完结了，就没有然后了。没有没有，然后直接被剧透满脸。哦。直接被小说党跟漫画党剧透满脸，超气。啊，小说不是这样写的，是这样这样这样。对。哦，漫画哥画的比较好。这里怎么魔改成这样？哦，我真的很不能接受。每个都这样说。我记得有一篇他们不知道什么动画，然后还有弹幕，我就刚开始点下去一秒，我就看到一大串，把十几行在那边剧透说：“各位，这个动画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应该是怎样怎样，男主角最后应该要死，不应该活着，三小啦。”真讨厌。我才看三秒哎、欸，我连剧情都知道了。你不要开弹幕啊！哦、钓鱼也会有装备啊！啊，对啊！哎呦！哇、啊！我钓到已经那个黄金胸甲装啊！哇！我真的觉得钓鱼越来越棒了呢！哇！那我要去钓鱼喽！棒，什么都有哎、欸！打怪打好没差哎！我也不想打，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削弱。对啊，最赚的钓鱼。越来越赚。你们这样子，他等一下说啊，可不可以帮我们放个断臭台？不是，钓鱼那个已经够近了。超近的。可是你家楼下也很近啊。很远呢。请问你们神怪专车出来的怪会有吗？会。哦，怪物都会有，对。那我要见到我上次的那个僵尸怪穿了，刷刷烂，那我要当那个装备
就是批发员啊，有没有人买黄金装备？啊，还没有，还、欸、其实这样也是另类的赌石哎、欸，你是赌对啊，我就卖那个未鉴定、未鉴定的，欲随后腿，财富密码哎、欸，财、富密码，哦哟，哎、欸，钓鱼的怎么比较赚呢、啊？是因为我们有幸运效果吗？哎、欸，你是不是又是一只一个啊？对啊，而且我钓两件，那个是又是一只一个，哦，没有，没有一只一个了。又是一个，可是大概很高几率，两只一个比打怪。我没给到，他是50%。等一下，他我没给到。财富密码，财富密码，快！赚烂，赚起来！我想说，我连掉两件钻石啊！我不该讲的，因为我已经四件装了，赚烂了。我应该掉到玉髓再讲的。真的，我也没掉到玉髓，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好爽啊，好爽哦，好好玩的系统哦，系统好棒哦，好赚啊，赚烂了，赚烂了，钓鱼最少钓鱼三只就好了，好了，啊，等一下，我再打过来啊，突然间卡了一下，命差点没了，没事的，没什么意思，没事，哎，鱿鱼可以打，鱿鱼可以打。对啊，鱼应该不会掉了吧？如果鱼还会掉了，那是超赚的。他说不能繁殖的可以啊，不能繁殖啊，鱼可以吧？鱼好像也会吧？鱼可以狂钓，所以鱼没有。哦，鱼没有，鱿鱼有。鱿鱼有。那哦，怎么了？钓钻石，钓到钻石。哇，我这钓鱼真是赚烂呢！哎，我装又有钻石，还可以解烹饪，还有什么？哦，这点不错哎、欸。哦，耐久而已，耐久而已，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它这只是耐久而已。在想是不是要用个掠夺剑的啊？哦，该用了，该了，该了。可是这觉得好难冲哦。不会啊，很好冲的啦。哦，是哦。对啊，冲嘛。这样好像就是忘记了什么事情。忘记了什么事？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啊、说什么？我忘记我真的啊？什么东西？你自己冲爆的那些旧技能，他是害怕想起来啦。哦，好。耶！哎呀，那个就像我在就是脑海中有一片空白的地方，那感觉被阻止想起来了，东西我又想不起来。你就记忆断片啊？对啊。Q 的。哎、欸，我真的前年做那个梦，真的是让我觉得好特别哦。你做什么？梦到什么？我梦到我就是，我梦到其实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最后醒来的是瞬间，我是有知道说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我跟着我进到一个另一个世界去，然后跟着一群人那边就是类似解任务啊，然后推怪打王啊，还是就是一起生存那种概念，然后一起就是遇到危险的互相扶持去救对方。然后最后呢，就是知道他们也知道我是就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不是这个梦世界的人。然后他们就是我准备快醒来的时候，他们有帮你办了一个类似那种欢送会。哇，对，然后就是大家相拥而泣啊，还有那哭得很惨的啊。然后后来就是大家挥手离别之后呢，我就醒来了。哇，你该不会真的去异世界冒险了吧？你可不要穿到平行时空去了。对，然后醒来之后就想到觉得很像是就是。脑海中有这种挡住的感觉，就是一直想不起来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就一直感觉好像是有被阻挡，然后就又继续就想说昨天晚上、就是隔一天晚上就想说在一直想要再做这个梦，想再梦一次，然后就真的醒来的时候又有梦到类似的梦，但是里面其中一个人出来跟我见面说，他很开心，我们又见面了，但是这是不被允许的，你的记忆是会被再移除的。好酷哦！哇，写小说了，对。然后后半段你会被衔接到你自己平常的生活的梦，这样子。请问后半段都是我真的平常以前上课的那种梦，这样子。很酷耶！好酷啊！应该不会真的穿越了吧？然后很神奇的是我知道我梦到里面我跟其中一个人讲话了，但是我不记得我是跟男生女生是跟谁讲话。男的啦，男的，男的啦。男的还是里面其中一个人那而已。你男的醒来比较不会难过啊，对不对？是这样吗？对啊。哇，
你刚刚是隐约那把？那把顶规、欸，那把是顶。哇哦，三十过五张哎、欸！哇！然后刚刚已经掠夺五了，然后冲锋力爆了，结果冲锋力爆了。我想说十趴就试看看，就他真的爆了。不行，那个十趴就是一百趴。我想说你好勇哦。超勇的，你以为是他很少吗？超勇的，没事没事，再弄一把就好，反正钻石现在没有其他用途了。超勇的，我好发言呢。我已经有一套装了，那个还好还好，再来一套就好了。我问一下哦，哈记，低几率击杀获得钻石是任何生物吗？还是怪物？对，好，对，任何生物。来鱼给我打，没有啦，没有啦。我也有，我有一趴。你不是僵尸的吗？什么是打鱼？哎，我都有啦。哎呀，有没有僵尸鱼啊？是经验值啦。鱼月，你的水位还要用吗？拿去吧。拿去吧，我拿去，睡了，睡了，睡了。你拿去冲耐久，哇塞，耐久就二分之一，气死了，气死了，拿去冲耐久，这什么味儿？哎，你讲的很认真的，我来，他就走了。哎，我来回收水位的。收水、欸、我本来今天要传一个也是很像收水的东西给哈基看的。这什么东西？就是一群人围着一个桶子吃东西，然后他是用稀饭，然后稀饭他就上面加一些类似什么老干妈还是什么那种，就是酱拌一拌哦，然后就一群人围着桶子在那边吃，你们觉得像什么吗？这很不爽哦，稀饭配一些酱料什么，然后拌一拌，真的看起来怪怪的啦。食欲没有很好哎、欸。吃稀饭只要加上肉松拿一拿，就已经很不好吃的感觉了。可是那个吃起来是还不错的。可是没有，就是画面感。我不喜欢稀饭，我觉得稀饭它要我喜欢吃饭。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喜欢吃稀饭，因为我觉得稀饭吃起来很不饱，一下就饿了。对啊。啊，我喜欢吃稀饭，你超喜欢。超讨厌，不喜欢，超喜欢。但是我的超讨厌也没有说我吃了我会吐的。你是怕得罪人对不对？没有啦，哦，赶快解释。没有，我没有啊！我如果怕得罪人，我就不会说香菜应该要消失在这世界了嘛，对不对？完全该消失啊！就是、不会主动去吃，可是可以吃的。对，我是到这种程度。哎、欸，那我问一下，你们对粥的概念是什么？你是说稀到可以用汤喝的那种，还是？不是有分两种吗？我想到的是广东粥那种，就是要没有米粒的那种。可是稀饭的话，我就可以接受它是有米粒的。那你们有办法接受，就是你点了一碗粥，它就是泡饭吗？不行，不行，就给我叫汤泡饭，不要在那边搞。就混在一起啦。可是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是在。再加一支，我就吃过好几次。我明明就说我想要吃的是粥，然后点的来都是泡饭。汤泡饭，这我就觉得很生气耶！明明就是给我泡饭就泡饭，给我在那边粥个屁！我都会有广东粥的店在吃。对，不然点到我真的会生气。是，你要是点泡饭的话，我点那来这个我 OK， 我接受。不行，它就是一个炸鸡。其实蛮多食物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弄定义不明、那個、对，定义不明，每个区域的讲法不一样啊。对，但如果他给我泡饭我会很喜欢。我记得有两种说法，不是含糊吗？含糊是啥？就是有一个就是水分比较多跟米饭比较多的那个两种粥啊、哦、粥跟稀饭。对对对，他有一个独特的讲法。我就不知道，我觉得我个人的定义就是，如果讲粥的话，我会希望它是就是广东粥那种没有米粒的、嗯。对。其实如果你吃皮蛋瘦肉粥，然后看到里面是一颗一颗一颗分明的那种泡饭、哦，我会生气耶！哦，不是整颗皮蛋给你吗？
你说一颗一颗一颗的，都一颗一颗米蛋呐、啊？你有吃过？大家跟你讲，里面没有米啊，啊都是米蛋，没错。皮蛋瘦肉粥里面是一颗一颗的皮蛋，一颗一颗的皮蛋配瘦肉。哎、欸，可是皮蛋蛮贵的，如果它只有一颗一颗皮蛋，我应该会蛮开心的。感觉赚到啊！很赚的，我可以自己再煮那个，自己再煮粥就好了，没关系。赚烂，赚烂。可是你要看价钱啊，搞不好给你收个200块。那不行啊，那他炸鸡耶！炸鸡，炸鸡，我搞他。你看他都有那个痛风海鲜粥了，痛风皮蛋粥，痛风皮蛋粥。你知道，刚刚你讲到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还有什么食物是就是定义的关系？就像那个，我刚突然想到了啦，就是像咖喱啊，就是你知道，就是有那种所谓的台式咖喱，那它那个其实很多都只是纯粹用姜黄粉把它弄得黄黄，但其实根本就没咖喱味的。荧光咖喱，就是黄咖喱呀。对啊，就是那种啊，可是那种。那种有些人就觉得那个是咖喱，可是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的，我就觉得那根本就不算是，因为根本没有咖喱香味啊。那个对我的定义就是超难吃咖喱。哈、啊，我可以。其实我如果去便当店有它，我还是会选。我也会选呢、欸。就是一个就是安全牌的食物，对，配饭的安全牌食物。然后它味道就是那样，它就是那样。对啊，就是它，因为它就是没有咖喱的香味，完全没有啊。嗯，就是完全都没有。那你们觉得咖喱一定要辣吗？没有吧，就是看个人吧，这不是那个吧？咖喱辣不辣？我觉得还好。这我也觉得没差，没差。咖喱好像就有分佛蒙特还是什么的，那种就有分不会辣跟辣的、啊。爪，对啊，还有爪什么？爪什么？爪哇，青蛙。应该说看你是日式咖喱还是就是偏那个什么印度咖喱，泰式啊那种。我永远不会分这两，每次讲完或看完就忘了。一个是辛香料味比较重啊，如果是日式咖喱，它通常都是那种蔬果基底，所以比较甜。对，如果你是喜欢吃偏甜的，就是喜欢日式的。日式的哦，啊，你要那种辛香料味比较重的，就会是偏向后面讲的那几。印度，我想说，看做之前有没有洗手。你这样很危险。你要小心，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不是、啊，脸书上就是我想到就会觉得说，哦，这个是，我会觉得他在咖喱还好。可是你讲咖喱的时候，我平常不会想到他。是哦，对，他不会出现在那个选项的范围里面。哦，对对对，可是看到他，我还是会叫他咖喱这样。哎，对，一样。我感觉大家都比较喜欢日式，因为。感觉大家比较喜欢那种偏甜偏甜的感觉，嗯，都喜欢印度咖喱。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辛香料味重一点的。对。然后像咖喱，像那个就是印，哎、欸，这个应该是泰式吧？泰式就有分红色、黄色跟绿色。哦，绿色。啊、哦，我蛮喜欢吃绿咖喱的。对，我最喜欢绿咖喱，可是绿咖喱是真的，相较之下最辣的。对对对对。嗯，好吃、啊。为什么？吃。好吃。我讲。呼奖！哦哦哦！等等等等。玉米浓汤有分台式跟法式哦，这我倒是不知道。玉米浓汤吗？你说加牛奶吗？有分那么多种、啊？就是加牛奶跟没有加的。对啊。还是他是说盘子大，然后一点点的那一种。摆盘上的差异吗？他说的是怎样？是味道差异啊。就我讲到那个玉米浓汤，以前小时候去那种早餐店，欸、是国小的时候吧，哦、去早餐店那种，它那种很淡的那种，很稀哈、哦，对，然后就没有很好喝，然后就有一次是不知道是哪一个阿姨还是我同学，就来我帮你用，然后就倒一碗玉米浓汤，然后把那个奶精过来直接加在上面，我怎么干嘛？啊奶精，哎、欸，真的，真的，真的，你下次如果有去那个麦当劳嘛，嗯，然后那个点玉米浓汤之后，你要两球奶精，就是把它当奶油浓汤在喝了、啊。对，对对对，那个味道差蛮多、嗯，差很多。那个是一个在里面工作的跟我说的。哦，那、啊、加牛奶也是一样的效果啦。
对啊。可是奶精的味道应该、就是、奶精更浓一点吧？你加同样的量，应该会味道会更好。嗯，对吧、啊？因为其实之前有听到有一些做饮料店的说，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很喜欢鲜奶，对不对？对，鲜奶茶、啊、什么的、嗯。但是他就有说，其实如果你不要跟他说这个是鲜奶茶，这个是一般的加奶精奶茶，两个给他喝，大多数八成都会选择的，就是觉得比较好喝的，会是那个加奶精。啊，就越不健康越好喝啊！那、哦、对啊，但是但是就变成是，如果你都跟他讲清楚之后呢，大家都会宁愿选择鲜奶，就是加牛奶，就是一个感官上的差异。对对对对，没错、嗯。哦，嗯。哦，对。就跟大家习惯也有关吧，我觉得大家本来就习惯喝奶精调味的嘞、嗯，就是它味道就是比较重，对啊，比较浓厚，浓厚。这个游乐园这个是好的吗？还没啊，还没吧？还没吧？还没啊，我盖到一半而已。哦，还太多活动了，太忙了。不是你的错。想说先挖多一点潜能晶石。不是你的错，你活动很棒。那个盖东西就一阵一阵的、啊，正常正常。嗯。就跟之前跟杰克聊到 Minecraft 宝可梦，我害我现在都还有在想，最近是好像有一点想回去玩一下的感觉，真的假的？我也会，我也是啊，就一阵一阵的，有点不想要玩玩，我也是一阵一阵的啊。对，然后我最近是想有点想要玩 Minecraft 宝可梦，是那种就是啊，我们就是不要录影，就是单纯直播这样。对啊，聊天、哦、玩开心的。因为之前因为我发现我大概能够理解出为什么之前我们以拍 Minecraft 宝可梦的系列玩到后面，就是可能比如说像我啊，我自己个人会觉得疲乏、嗯。我就发现原因是因为录影的话，你必须为了要录东西，然后你就要去刷东西，然后有时候都刷不到。对，我自己就是刷，就是一直刷啊、哦，就是刷到有点。再等十分钟，再等十分钟，再等十分钟。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录影的习惯怎样，像我自己录影习惯，我是可能预定给这个时间，就是我就是期望是这个时间内录完。嗯，因为有别的事情要做，这样，然后但是有时候宝可梦这个就很难抓时间，你知道？太多变，有点运气问题。对，有时候真的是可以十几分钟就解决、嗯，但有时候真的是要两三个小时都还解决不了，就很烦。没错，觉得录影就是这样，你必须要为了一些内容去到一些效果，你就要花时间。对，想说如果是直播的话，就是直播一样是可以剪精华，就有点像高效这样，然后就是、嗯、感觉会比较轻松。嗯，然后感觉直播就可以。我就是可以抓色尾抓五个小时，为了那个色尾，对啊。可是如果你要叫我录影五个小时在那边等色尾，我就会觉得我真的是会觉得哦好累哦，到底是想怎样？然后还要占我一大堆的那个影片空间，对，我到时候要去删档案。哎、欸，其实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拿这当主业，所以录影片就是以我们部分的人来说，录影片算是。生存的就是手段，的一个方式啦。嗯，然后呢，有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花时间耗在那边。有时候对呀、啊，不是、啊、那个成本就不一样啊，开台就有在那个了。对啊，没有错。会想玩吗？我觉得你要开了是不是？没有，因为我最近是想要把我干爹妈那边收了。哦、oh. ，把他们收了，你要把他们收了，是把他们收了，你想把他们收了，哇哇，妖孽，妖孽呀，哇，你要第一个冲大后宫是不是？哇哦，哦，我操，那个雷峰卡什么的，这种说不清楚哦，是啊，我是不是把他收了，不是把降魔，不是那种，把他们降魔，也不是纳入为自己的后宫，不是，还是因为他们早就是你后宫，哎呀。讲清楚吗？讲清楚、啊。你说不定纳入后宫，很多人想要哎、欸。对呀、啊，他们搞不好很开心。对啊，杰克的天使打想要。想要的这个天使打想要。杰克的眼睛也为之一亮。哎、欸，我有好多后宫哦。没有，我说的一亮是说，哎、欸，刚刚听到关键字，有人想玩。没有，因为知道，就是因为我现在干爹妈那边伺服器，就是目前就大家都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就玩的人也变少了。我想说，把伺服器开那边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哦、嗯，就是大家也不怎么上线啦、啊，就是把一个资源放在那边就空空的、啊。嗯，你可以像我一样啊，在开服之前我就讲。
这个会洗白，然后时间到就是关。多久会洗白一次？对，嗯，就变成说他们就会说啊，大概时间玩的差不多了。其实到后期剩下两个礼拜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啊，玩的差不多了，就没玩了。青菜了，青菜了，对啊，刚、好就可以烧掉了。烧掉，烧掉，烧掉，烧掉。那个伺服器本身它就是很浓，我想说，就整个把它洗掉这样好吗？就是因为什么宝可梦也是先存嘛。嗯，哦，我跟他有感情了，虽然我不在上线，但是还是有感情这样子。偶尔上去看一下，哇，那就跟番薯宝宝一样，好像哦，番薯宝宝，番薯宝宝。他都在孤儿院吧？我以为你是把他送到洗钱书记摊的。太难了。哎，长大了，熟了啊！地瓜薯条来，地瓜薯条，地瓜薯条。这个地瓜薯条，它曾经也是圆滚滚的马铃薯啊。没有啦，因为我是对吧、啊？就最近跟就问完你之后，自己有后来在那边想这个东西，嗯。我觉得有想玩，我觉得我可以放放开。嗯，那边我之前也是弄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插件啊。哦，好像让游戏不会那么的单调。好诶、欸，好诶、欸，好耶，好耶，好耶。那我们要不要做什么了？上去抓宝可梦吧。那我们要不要进去之后，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怎么有的？你想玩什麼？我们大家都只能选一个属性。哇！能选一个属性，只能选一個屬性、哦。那我就一般啦。哇，姐，你很会哦。很会哦，会啊。为什么？一般感觉可以吃比较广。一般就比较普通那个啊。哦，没有啊，一般很弱哎、欸。直接有人选幽灵，或者选歌都行哦。对，直接选幽灵，直接哭了，打歪脑袋，被打哭。没有，主要是因为那个啊，卷卷耳、啊，他是一般系的，他是一般系没错。对啊，那我一定是选水系啊。没有，因为感觉如果我们这样限制玩会比较有，感觉蛮有趣的、啊，就是你的宝可梦一定要有某一个属性，对你一定要有一个属性。因为你就是那个属性的宝可梦大师、哦，你要当馆主哦，对，道馆馆主。那假设我们今天都不知道团团要选什么，你们觉得团团会选什么属性？团团以这个人然后去选属性吗？十八个属性去选吗？就是你觉得团团他是会玩什么样的属性的？那、哦、我觉得给他属性列表好了。属性吧。你说流氓熊猫吗？属性，因为有那个、啊、流氓熊猫。有二啊。感谢教。幽灵吧，幽灵，我觉得不会是幽灵，不会啊，可能不会选幽灵，除非那只熊猫死掉啦。我觉得他是无时无刻好像都在旁边听，然后他好像没在听，有时候跟他打什么，他说哦，我知道啊。是天灵熊猫吧？讨厌的妖精，窃听属性吧？窃听属性，窃听属性，那应该就是斜杠，不知道斜杠，什么都会吗？百变怪哦，不同的存在，它可以斜杠不同的这样，百变怪啊，百变怪，太难了吧？他前面都没有宝可梦可以用，好可怜哦，其实选一般很猛哎，选一般很厉害哎，真的假的？百变怪啊，哦，就可以变成你要的属性，对呢，都有哎，我没想那么多哎，太变掉了吧？哎呦。感觉团团可以选个妖精的，里面好像有一些长得很像大麦。你怎么可以跟杰克抢？我觉得你最好是对一些宝可梦尊重一点哦。我没有说谁啊，我没有说哪一只。好过分！哇，你看一下他在《Human Fall Flat》里面又选一些什么角色？好狠！妖精系哦，你是说芳香精、胖甜你这种吗？你讲的、啊，我没有说，不是我们说的。你们在讲迷唇姐啦？不是迷唇姐是冰不是吗？不错啊。可是我蛮喜欢迷唇姐的啦。那就对啊，那就冰了啦、啊。那就决定啦、啊。对啊。你们的宝可梦。以后想要熊猫团的哦，迷春姐吧哦，好可怕哦，
我是有想过冰系啦，可是冰系感觉好小一圈哦、喔，而且很容易被克哎、欸。然后冰系，然后冰系宝可梦在第一次在大概只有三只还是四只而已，就很可怜呢、欸。就拉普拉斯。三只还是四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还包含极冻鸟这种神兽？对啊，对啊，神兽啊，好可怜、欸。对啊，哇，两只打天下哎、欸。对啊，所以你才会看到哎、欸，好像第一次带四天王吗？四天王有一只冰系的柯南还是柯南、啊？哦，柯南不是柯南哦，柯南哦，柯南。天哪！哇，你看柯南，你知道他就是重复拿好几只一样的，不然就是拿废话石。拉普拉斯、白海狮，还有迷唇姐。一起打个岔，对吧、啊？有人说迷唇熊猫，哎、欸，迷唇熊猫是一只嘴唇很肿的熊猫、欸，哎，有吗？有这只吗？有这只吗？它被蜜蜂叮焦的、哦，被大风大针锋叮到了。哎、欸，可是等一下我突然想到、欸，哎，就是你看、啊，你像你们都觉得我是妖精吗？像我刚刚突然想到，那如果是小雨，小雨你不能选水，为什么？因为你是蜜蜂，你要选虫啊。这不相干啊！是水系的很多都蓝蓝的哎、欸。没有，你可以找色尾。你说虫色尾的吧？虫色虫的色尾都是蓝色的，奇奇怪怪绿色哦。我觉得它色尾配色，我现在没有很好看。有些很好看啊。什么大针锋，然后色尾就是绿色的啊，很奇怪、欸。就像上一次说到属性专一嘛。然后像我上一次有在那个干净帮那边举办比赛，我就限定跟他们说，你只能带像是黄色或者是蓝色的宝可梦。哇哦，好好酷哦！包含色尾哦，包含色尾，你所以你在色尾的列表中，如果找到蓝色或黄色，也可以拿出来用。嗯，哦，酷，把好掉啦！哇，好掉啦！这水位太夸张了吧？水位又垫上去了吗？是怕你。有人提到水位吗？不行，这水位是我的。哈记听到喽，哈记赶快用掉哦，又要快去弄个奶酒了，要冲奶酒了，冲奶酒太过分了，去冲个奶酒。他说冲到水位啦，奶酒来啦。有人提到水位吗？我等很久啦。期待哦。然后突然不是说这是小碗宝可梦，其实我前一阵子也有在想说，是不是大家又该一起玩一下某个就是生存系列模组系列？对啊，想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想突然有一阵子就是 ATM 的东西，你知道观众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你们干嘛都要一直开？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哈，就是一阵一阵。对啊，对一阵一阵的，真的然后玩完一阵之后呢，疲乏就算了，就是对，没错，一阵子。你就看到大家默默的一个退出这样，对，默默的没有再继续更新了。那通常你刚刚没在更新，就找好大家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下一玩够了，玩够了，玩够了。这个就是一个虚，嗯，所以模组就真的感觉是那种直播玩会比较好一点，对吧、啊？就大家边聊天边玩，很休闲，对啊，休闲一点。好了，可以来找一下观众，我们推荐什么啊？想一下，想一下，然后接着出现暮光森林呐、啊，我跟你讲一大堆这种的，然后暮光森林出现，这边拔刀剑魔组，轻松高效啊，拔刀都快拉掉了，轻松高效，轻松高效，拔刀剑，你要不要轻松高效模组包？有人把它改成模组的话，其实会。你蛮有趣的啦，嗯，样子都改那种，啊，对啊，那感觉蛮有趣的，嗯，有机会加油，看有没有会做的，加油，加油啊！这写法会大同小异吗？又爆掉啦，又爆掉啦！哎、欸，我过不了效率低的坎，那是一个坎，那是一个坎哎，我过不去哎，好可怜。建议你强绿了吧。可是我是有强率，可是我想说要高一点再强率啊。而且我上一次我记得也是升八吧，效率七升效率八。哇，这是开店的意思吗？啊？小雨，小雨直接把我金用掉啊，没关系、啊。你直接，直接，没有问都不许问了，我就直接。你连问都没问啊，好啊。
好啊，你的意思应该爆第一个给你好不好？我的蒜没爆掉，可是也有出事啊。一码归一码，一层还你了，一层还你。小玉开始错愕吧？啊，怎么了？我怎么了吗？怎么了吗？啊，我只是想说啊，怎么了吗？这个幸运金剑等等等等剑你用了。不要，我现在只想要效率高，我要效率高。哎呀，坏了，10%加100%，没有没有，这小雨的那个冲0+1不是100%吗？啊，对耶，你第一个就是好浪费哦，好浪费哦，哦，实在有点浪费。你这个比那个耐久50%还无情的，无情开冲，无情开冲。哇，我先定出5条哎，然后每条都不一样，那很好啊，尴尬，那很好啊。有防御、移动速度、攻击、幸运、生命。哎、欸，有没有全套身上装备都各5个？会有什么特殊 buff 吗？五本一样是不是？我觉得很屌、欸。套装效果是不是？5条直追。对，5条直追。四柳尖椒。什么到里面展开一下是不是？饶了我吧。好。那展开之后有没有必中啊？有必中，哎呦，我变了吗？哎呦哎呦，看一下嘛，他如果爆了，我就当还债了。嗯，楼上不是有中介箱吗？有啊有啊有啊，在一个小角落、啊哦啊，对，那个商人的左后方。我每次都自己在楼下放。对，我看你好忙，我也是刚才知道的。对啊，哇，这连电好几个哎、欸。哦。有没有想要书柜装饰家里的？你做太多了，不是？你们可以来 TP 我，在书柜那个书柜房。哦，你在中介？哦，我在找中介，新中介，我要拉回去。新中介？对啊，我们现在目前没有传送点，我想到就盖一条轨道可以。哦，他要盖个轨道。完了，没有，可是我现在没搞通。你说有人说没搞错吗？他就跟谁去把那个水位拿走了。那我要去拿了哦。耐久一，耐久一，你我来冲冲个耐久一。我看有效率6嘞，哎，都是一个坎。六哦，可是好像是6-7不会过嘛？我好像是6-7不会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下礼拜啦。我来看一下我的6-7会不会过。哎呀，就哎、欸，你这样过了的话，就在 diss 他哎、欸。对啊。对，你这样比我还过分。因为我先冲过再说嘛。45%哦，可以啦。45%。啊！如果爆了，那我也要冲动哎！哎、欸，退德，哎，退德，哎，加几率，一率压不，完了，我钻石又要这边消耗掉了吗？哎、欸，哦，升上去，上去啊！过了，你过了，过了，过了，过了。可是我觉得现在效率可能就要高到可以直接敲掉那个负歪走的矿物哎。欸，那个石头啦，深板，然后再比那个，然后再高一点吧。嗯，不知道那个效率要到多少才可以轻轻松松。我跟你讲，10一定可以的，冲到10。哎、欸，那个吗？我记得我现在效率8，挖起来就差不多了。啊，8是顺顺的，但是还是会有差不多0.几秒的时间把它挖起来。嗯，对呀、啊。那也要10了啦，冲10了。对啊，10了啦。你看我的未卜先知。我们还没有效率10的稿子哎，现在只有幸运11的稿。你知道在你冲，在高校玩太爽，去玩一般生存真的没戏呀、啊。真的，不养坏的，好痛苦哦，挖矿挖不下去了。这是我的第一步，第二步就开始高校收费。收月费游玩是不是，对，收月费游玩。让你其他游戏玩不下去，只能在高秀玩。欸、哇，四五线的粘着度很深呢，要戒断。哎、欸欸，杰克，我自己打看看、喔。
好，想说八到九全部二十五哦，那你捏哦，那你捏哦，是你捏捏捏，是哪一个生物在那边捏捏进去了？不是，好像有个生物会一直被捏捏捏，可是我忘记什么了。有就有个东西。什么？那是啥？好有印象，就是某个东西会这边捏捏。我只记得啦，我知道是谁。你说麦块吗？啊？不是麦块的动画，我不知道哪个动画，我记得。捏、啊。你是说《来自深渊》吗？啊啊！对，娜娜喜，对。拿。捏。好。啊！原来是深渊的电影版出了，就那个巴哈。你说斯巴拉西吗？我看过了，斯巴拉西，我还没看完。你没看完？还没。那你看那个主角死掉了吗？好，可能吧，我不知道哎。啊，还没哦。啊，你待会看到那个啦，女主角会死掉了，然后他又复活一次。这个好烦，好烦。然后结果，等下那个什么漫画党还是什么之类，哎。阿纪被爆雷，你怎么会这样？很爆雷，结果反而是自己被爆，自己被反爆雷了。哦不，哦，你真的，我认识一个朋友，真的是按爆雷真的很夸张。爆雷、啊、就是我们在聊天，就在聊一些动漫，然后他就爆，然后讲到后面，然后他旁边的人就赶快阻止他，哎、欸，你不要讲了，等下讲就爆雷了。他说，哦，好。啊，所以他老是不要自己讲，超欠揍，哭啊！为什么他旁边在那边哦，是哦个屁呀、啊！哦，根本就没有反悔啊！他没有要停下来讲的意思。对啊，他只是应付你哦，我知道会爆雷，我知道。不能停下来。就我知道会爆雷啊，所以我要讲啊。怎么了吗？不过之前我看过有个理论啊，不是理论，就是有一个人有一段有人的想法，他是说就是如果是那种什么很久以前的漫画、啊，就是那种漫画动画作品，然后如果他们只是在那个板上这样流，就突然流个什么东西，然后被讲爆雷，他们反而会觉得说啊，可是那个东西那么久，你自己不去看的什么之类的，我有看过有这个理论。如果已经超久，比如说他已经是什么二十年前的神作，那我可能就觉得还好。对啊，不爆雷七龙珠。但如果是这一两年间的，我就会觉得有点白目。那么久，如果是真的这么久了，你都不看了，那就代表你根本没有心看、啊。不会想要去看啊。嗯、对啊，所以他就算爆，我觉得就对。他可是我要看诶、欸，如果是那个作品是，比如说他漫画出很久，可是他最近动画刚上。哦，那动画不一样啊。对，然后有人爆雷，我还是会很不爽。哦、因为有些人是因为他变成动画才知道这个，才会去慢慢看啊。就其实我很多都是这样、啊。这真的会过吗？没有新的曝光这样子。对啊，没错。有人之前我还看过有人在那个双方论在那边吵超凶嘞、欸，我是有看过。哎，都会啊，这种都是吵不完的。有人修补成功过吗？有啊，你可以直接用一个强力。哦，强力、欸，那也很赚呢、欸，很赚啊，对啊，很赚。好的，其实要看啊，像之前那个鸣人，我每次也是追好久，然后我就跟黑羽聊，聊羽说，黑羽说，啊，你看哪了？看到那个被装起来了吗？装起来，太爆雷了，气死人，你知道吗？气死哎、欸！他的问法也太不行了吧？对啊，这是说话技巧、欸，你先听人家讲到哪里好不好？过几天之后，他的 FB 就分享了一个那个谁谁谁某之重要角色死掉的那个雕像出来了，哭啊！也会气死了，再也不想追了。啊，不过那部的话也是真的细坑的啦，他真的是太拖了。那部是看动画啦，其实说那个什么大战那边，我就跨北流。火影哦，嗯，对吧、啊？火影去玩游戏呀？对啊，你去玩游戏的，他的那个过场动画看一看就好。我觉得动画游戏做比较好。对啊，其实蛮多东西都是游戏做的比那个好，很多都是这样。因为游戏不会差那么多有的没的支线呢、啊。对啊，游戏只会叫人送信而已、啊。对，跑腿，跑腿任务去抓猫，你就在旁边，然后还是叫你跑腿，对，没错，传个话也是，然后回去跟他说他说了什么，他明明就在旁边，然后叫人家传话，超气，
超白目，感觉就像是爸爸妈妈吵架，然后在中间传话的小孩。爸爸叫我跟你说，你就听得到，你就都听得到。我记得在看那个《哈利波特》的时候，有这一幕，那个荣恩跟哈利波特两个在吵架了，然后妙丽在洞那边讲讲讲讲传话，传到后面超生气，我又不是猫头鹰，又不是猫头鹰，有。然后这时候他说：“哈，我没看到哎、欸，太久了，太久了，太久了。什么龙是猫头鹰？什么？听错太严重，太怪了吧？完全错。Oh no！ 想说是要挖一个隧道回去连接家里，可是现在好多水矿道哦，你很深啊、嗯、哦，对啊。”很多地底洞的水的，我再也没找到洞啊。现在铁轨不是可以，铁轨不是开水下游了吗？可以啊，可以啊，对啊，可以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它不会被冲掉，它。我是想说，刚才就挖一条通道，它下面全部放一堆冰砖。哦。哦，你说就是用跑这样比较滑，很快、欸。划船，划到底。可划船不是很容易划到内阁吗？太快的话。读过图的话还好吧？应该还好吧。对啊，以干爹妈普来说是还好啦，那时候，嗯嗯，这样子还行。我记得是开图的时候会很卡，嗯，就是过一些可能平常很少去的地方就会突然卡住。嗯、哇，这个是大工程，这要回去大工程。点爆哇！哦哦，哎，我其实有想冲个效率金稿、欸，哦，让它变更快嘛？对啊，其实它很容易坏啊。啊，就耐久石啊。耐久石。那你挖到东西就马上换稿啊？对啊。哦。嗯。拿来挖石头。嗯。哦，这个金铲很看起来很有潜力哦。有哦。金储啦。你要干嘛？没有啊，搞不好直接魔化它，也变超强，有没有？你直接磨吗？你好像可以直接磨啊，三百公斤。对，其实我一直在想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会直接磨一堆东西，磨很砍的，玩很砍的？因为没有那么多头了，对吧、啊？我超多哎、欸，要冲很高，蛮多的。没有你们一直有你们都有在打、啊，嗯。他帮我去磨出来，如果你装备没有弄起来，那磨它那就不能再改了、啊。对啊，对，因为像副手东西好了，主要副手东西就是拿那种。他攻击力的、啊，嗯，就是他也不用特别的去用。哎，可是我对魔化现在太没信心了。你觉得魔化那个很保持还？哎，你几率真的很低耶、欸！我来润魔一通好了。中两个一模一样，真的很强哎、欸！这几率很低啊，很厉害啊，超厉害的。六就爆，好吧。就这个都是个坎，你不觉得吗？哦，刚有到八哎、欸、啊！看过头没有啦？没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他是七升八没过，你砍过了、欸哦欸啊？哇，到七了！不、欸、要看一下这魔化好强哦、喔，什么东西？完全没有改变。我看你的魔化完全没改、欸、是怎样？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用在附魔上了，但是我没有附魔。啊哦、啊，所以这样子次数会用掉吗？就用掉了、就是，他就魔化掉了、啊。我没有意思是说，就是你不是他不是说有一个是说就是附魔属性就是加一嘛？啊，你们那个没附魔这样，对，所以他就会直接用掉哦，直接什么都没有变。不会哦，还好啦。铲子的有谁要的？直接说话烂铲子，直接说话烂铲子，谁会要啊？奇怪，这个推销说话烂铲子，他有加2.6攻击力跟10%攻击力哦。有没有兴趣的？有没有兴趣？可以啊。啊！那我要玩，直接流岩浆了。那我要磨一个。你也太不会宣传了。哎，对呀、啊，谁要这么烂铲子的？谁要？是往这边回去啊？来了来了，另外一个烂铲子来了。来看一下，究竟有多烂？这里吗？到底有多烂？对啊，然后磨石。有多烂？你不是拿这绿宝石？按住了，完全长太像了。防守石头，酒精，酒精，偷看
消失诅咒，哎，酷哎，哇，好酷哦，心态平衡一点了，是不是？感觉大家也都没有附上比较好的东西，屁嘞，啊，又爆了，今天真的不适合通关。哎，我这个还是放强率呢，强率你多少？数字多少？8685哎，哇，那就差一而已啊，差一耶。哇，强率是不是地爆？没有啦，我刚强率过啊。我想说这个应该不会那么惨吧，我不要冲了。今天不适合冲装，今天不适合冲啊。是不是上次中的钱都赔光？我上次中的钱，我现在算一算，我现在刚那个时候不是说我有一组半的钻石钻吗？我现在剩下24个钻石钻。哇哦，然后再加1、2、3三组的钻石，好。好酷哦，还是钓鱼好的，稳稳的，没有啦，主要是我现在也没有稿子了，稿子都啊，我在想把那个紫彩结果显示出来好了，生命卷轴要冲，对，哎，杰克，你现在会冲70%还是30%的啊？我第一套我是全部用70啦，想说稳一点哦，那第二套可能用赌的吧。赌的，就赌30%的驱动。好，说好，好，快冲，快冲，冲起来，冲啊！呜呼，呜呼，什么了？我刚才原作宇宙飞射下去了。对，我刚刚在跟哈基一起挖矿，那个挖回家的路，然后他突然有一个大矿坑。然后我就直接下去了，下去。我觉得这把可以让他毕业了，我也不想改他了，让他毕业好了。毕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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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不对吧？这不对吧？搬毕业奖哥。一个学校很开心你要毕业颁奖。哦，终于要走喽，好爽哦！走喽，再见，再也不见，再见，不要回来喽，再也不见。那我要来磨这把金剑，磨啊磨，磨啊磨，不骑不带不受伤害。我靠！我靠！又是经验，又是经验，又是僵尸吗？假的，又是这个吗？你又是打哭，打哭哭，打哭了，打哭了，哭了的，哭了的。请问有多少种怪路？集中我的经验。请问你就说你想你有多少种怪物，他有多少种？哇，你全套一套的话是不是很强啊？打什么都会加经验。在哭哎、欸，真的是骷髅哎，哭在骷髅嘞，在骷髅。因为你是在骷髅、喔，真的是在骷髅、欸，这也算很幸运吧？另类的运气，对啊，很强哎、欸！我的天哪、啊！阿爸来了，小雨帮我按啊，帮我按好不好？那、啊、怎样？我按这把，你说帮你磨是不是？可是万一磨到好，他不就两倍亏？磨看我看，这是我抢人家水位的报应了，机智报应。哎、欸，加九哎、欸，那我来磨了哦，磨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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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魔化哇！哇，两倍两倍数哎，攻击两倍，你的附魔潜能属性两倍。哇、啊、哦！那、哦、我都是拿了谢谢大姐，谢谢大姐，你们被亏，真的两倍亏。哇，水位，水位，水位，是算了，算了。我帮他冲一个，他现在那把剑加30%攻击伤害，什么鬼？谢大姐，谢大姐。哦，我你看我跑超快，我还比你快。耶、yeah. ！H two 啊，大家有之后有需要帮忙的可以找我，看我只适合乐于助人。哎、欸，怎么看水位在哪？我怕抢到人家。底下会有血加持的那个那一场就是。哦，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吗？血零就是没有啊。对，应该是有血零，至少有血零吧。哦，累计失败加持哦。对对对。是生命吧，这个不是生苦力怕的吗？怎么被蜘蛛占领？因为蜘蛛也很矮啊。所以要的话，可以下面铺按钮啊，隔两格铺按钮，就很恐
压力板是不是也可以啊？也可以，可是你走过去咔咔咔咔咔咔，会一直咔咔咔。哦，对，按钮真的比较好。地毯可以吗？地毯的话，你走不过去，你要续福特，因为那时候杰克是续福特走，杰克想要试、哦，嘿，有很困扰。那线可以吗？线哦，线你在打过程中会被打掉啊，哦、而且线会升怪。所以真的最佳解就还是按钮，对啊，对啊，恐怖哦。可是你就铺那个啊石头按钮或是那个石砖按钮都还好，哦，就是看不太出来。你知道波波打什么吗？嗯 ，Uniqlo。好冷，冷呢、欸？烂的，就是很冷，好冷哦 ，biu biu。之前就是那个在跟巧克力玩那边玩嘛，不是有 Lumi 吗？哎、欸，嗯、Lumi 骷髅。超烦！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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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母鸡为什么会抖吗？母鸡抖啊！母鸡抖啊！要不要冲保护啊？冲啊！冲啊！今天爆中率特别高、哦，先跟你说。今天很容易爆哦。今天好像蛮多人爆的哦。通通爆、啊。爆了两件还三件东西了哦。雨月爆三件吧，然后我爆两、啊欸，我也爆三件，然后小雨好像爆了两件吧。对。怎么？今天爆中率超高，你可以看这件特别高。哦，你的那个幸运中啊。对啊。我觉得很违诶、欸，你确定？我要放这个啊。我觉得一定要放了、啊，这一定要放。哇，又是这个啊！哇，这是大洞呢、欸。对，血鞋好像看起来不错哦。打工程在撞沙回，撞爽没？还没。哈，看能不能掉那个传奇的光碟。今天没有看到哎、欸，真的。对啊，今天没有看到。毕竟他就是说千分之几嘛。对，千分之一。千分之一。上次真的太幸运了吧？真的。上次阿王打到。打不掉，我刚打一些蝙蝠，也没掉几张东西。好了，我要磨了。哇、哦！你不要再用一些东西吗？要用什么东西？尖刺。他要尖刺干嘛？尖刺，你还敢提尖刺？你看酱油。还敢提尖刺、啊？还敢提呀、啊？提一下吗？过来人呐、啊！那衣服还有什么附魔啊？没了啊！衣服就耐久保护那个啊，修补那些而已啊。哎、欸，对，修补、哦、修补我有。读一下，读一下。哎呦呦呦，妥的啦，稳妥啦，稳妥啦，稳妥啦。我应该设定一个那个高校里面拿铃兰花可以换钻石之类的。你铃兰要不要放头上啊？哎、欸，你要可以啊，因为铃兰花不能复制出来，只能找到繁花。啊哦、对，那个一格的花都不行啊。那个，哎呦，对，所以花生那什么花花农场就没办法弄它了。可以，花农场可以吧？可以花农场可以吗？可以粉弄出来的、啊，因为我记得之前雨月不是就有用每一种花的农场吗？哎、欸，哦，你说在繁花地形，要到繁花地形啥？那这样子其实会通膨哦。先说，那不行，那不行。对，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你刚开始在封铃兰花的时候，我好像就有提到，后来想不对，不行，因为我就想到雨月那个可怕的花农场。郁金香也能吗？都可以。就是在繁花地形，就对他，我就是知道要找那个 trunk 会生。他要看他生的那一格是原本是生什么花。对，如果他那一格是生、哦、生那个那种繁花地形的花的话，他就一样会生。嗯，他是固定生那一种花。哦、我想说，只有两格的话可以撒骨粉的。撒骨粉的是另外一种做法。对啊。对。那个红红的跟黄黄的，可以。记得那时候雨月根本就是变，根本是变花仙子了，你知道吗？花仙子，他每我跟他那个时候在玩的时候，他都一直送花给每一个人，然后呢，就是他经过的地方全部都是一坨花。小雨，你要不要摸？他经过的地方都是一坨花，你要不要摸？对啊，那我锅很烂怎么办？那个是那个什么？我的锅，我的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哇，好大声哦！附魔等级，修补三耐久，
很凶哦，很凶呢、欸，很耐久，很耐久。可以，还好啦，没有到什么打怪掉什么经验的都还好。哎，不说的啦，微伤啊。为什么要设计三神 BOSS 啊？什么？三神 BOSS？ 三神 BOSS？ 不知道啊、欸，他们那边讲什么三？还是哈基要设计三神 BOSS？ 我不知道为什么。哪个三？一二三的三，还是原本三的三？老台湾，我觉得是魔法公主的梗。哦哦，你说那个狗狗吗？哦，还是那只猪？哦，鹿头，拿鹿头？不是的，他们是真的有拿鹿头啊。是没错的。阿奇石头还没有啊，我不知道。哎，我跑掉了。好好，没关系。去先设定个路可以过来的。哦哦，我们这里已经到快零了。对呀、啊。哎呀，哦，没事。叫一下四句话。等他哟。脚脚底空了一下。这是什么闪现？好嗨哟！从小雨家挖过去好了。我家。对，你家。那小雨再来。来。没有啦，我自己来好了。来我怕了。会怕哦，会怕死哦，好怕哦，会怕哦，怕了，他怕了，等下敷一个大苦力怕掉落的经验加倍给你哦。哦，那大钓鱼真的是很棒哎，嗯，真的，打鱼好了，打鱼经验加，不是，什么东西？随机一项顶级潜能，就是多。哦，才一个哦，多一排吧，满的潜能多一排啊！我多了一排生命啊！啊，更多血量，我的血量爆啦！这是要负十，负十个。这是哪里？哎，小雨不用怕，打他，打他，继续往下，揍他，继续往下，三，高度三，好。可是刚刚那边好像是正数的六十几，你这也是负数的六十几，那边再继续挖就可以变负的了。可是我现在回不去啊！哭啊！回不去？什么意思？什么回不去的？哦，我去那中间祭坛那边好了，我直接从啊、哦，没有拿，没有拿，没有拿。等一下，你那中间祭坛高度多少啦？老师说我还没找到他的位置，我就先挖一条回来而已。嗯嗯Q Q， 杰克，你打了没？怪的。打什么？副本吗？副本啊。要谁没打、啊？我刚刚进去穿幸运装去乱打。有吗？有打到几个吗？三件到四件中。哦，才一件呢、欸嗯。你是鬼吧？只是运气啊。可是就拿出来潜能鉴定也没有很好。嗯。我只有一件呢。九十哎，看一下。九十。十二倍血量，我要去打了，拿个卷，嗯，哇，留六块光碟哦、喔，对啊，我想说，就时间的，反正还好，就塞一塞。其实我看不懂你的这个位置，我也看不懂，你们两个互相看不懂啊，啊，这是啊，这是哪里啊？你那个楼梯走下啊，这里啊。我记得我是随便乱逛逛逛逛到的，然后我忘了坐标。你，然后你就开挖了，这个工程我就往下挖了，这个工程怪怪的哦。找一下吧，这工程感觉有点危险哦。我想说下来你的坐标下来怎么什么都没有？我也忘了，在这附近啊，我记得在这附近而已吧。你是在哪一个附近？我忘了。我回去拿那个中介之夜。中介吧，啾。洗一下。在哪里？他那个中介之夜会直接指在祭坛上吗？我记得好像没有。我觉得他只是在附近而已。
对，我好像没有直接在上面。对，印象好像也是。啊，你这样不行啊，这样就不稳妥啦。我已经不是工程师了啦。啊，你不是哦。我不是地理工程师，我是指令工程师。你这样怎么稳妥啦？不会了，没关系啦。呵呵，没关系啦。我拖啦。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先不要啦。先不要啦，你回太快了吧。太真心了，是不是？不要啦，不要啦。哎呀，好水！那之前有哦，没事。我怎么记得之前有那个啊？游戏中介坐标啊？有啊有啊，你在那个啊 ，Geno 砸 ，Geno 就是搬 Geno 搬地图之前还是之后啊？可是那个坐标一样，就是之后吧？后吧，好像是后有，就是后有记忆。有去中介看那个我们的刷怪场，这里啊，就我这里。你还记得有人的介符盒死在那边几次吗？哦，没去的介符盒。对啊，我这里啊，稳妥啦，稳妥啦，这才是稳妥啦。不是，这里不是我刚找的，我那不一样的中介祭坛啊。你那个那个很近啊，这个很远呢，这个很远呢。你找到的是另一个吧？对啊，比较近的。他真的是你啊！可是你那个在哪里呀、啊？那个我不知道，我就过来了。我去弄个耐久跟酒。哎、欸，哎、欸，现在王还有保底券吧？有啊有啊有券啊有啊，有一张、啊啊，没掉吗？又没有，嗯。你怎么又没有？怎么又没有？应该没看错，对啊，我不呢，我又没有了，你奈不？哎呀，拜拜呢，我只看到两个铁镐跟一个铁铲，那堆垃圾里面没有？那堆里面没有啊，不然我分开丢出来，包包也没有，没有，就这个。嗯，我刚打是也有的啊，奇怪了，这个，嗯，我打也有，你看，我把它分开一点让你看。那我直接补给你。好，虽然这到底 bug 到底是为什么，我也不懂。而、啊、你之前那个的原因也没有抓出来。你说之前就没有啊？这一直都是有的，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会没打到。有人会突然没有？为什么？来了。对啊，我在确认一次。来哦，没有。对。祈祷吧。受伤时获得抗性，最多可以到达4。哦好像很猛哎、欸，好像感觉很好用哎、欸，这很赞哎、欸。请问几率是多少？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那个是要你拿，可能一个你就如果你只有拿一件的话，在身上的话，你就只会累积到一。哦、oh, oh, ，你的套装效果就是这个哦。哦、oh, oh. ，对。哦、啊，如果你四件都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被打就是直接抗性。所以现在就是拼命在洗啊，所以我刚刚想说，像哈蒂讲的啊，那就拿来开始玩啊。很强哎、欸，很强哎、欸！你要洗到四件都是有那个附属的，不可能了啦，太难了。对啊，那为什么没有打怪的那个综合体？打所有怪物都会掉钻石，会掉经验值有吗？哦，掉钻石有啊，有钻石啊，可是他就没有收钻石级啊。我的帽子就是打生物会掉钻石啊！哦，啊，还是啊，你们刚刚打王掉卷的时候有掉那个王有掉装吗？没，我拿到卷。对，在想会不会是这两个盖掉？盖掉。掉装的应该是不影响，因为我是直接改麦块的预设的掉落的那个 loot table。这个仔，这个仔打 boss 的是直接就是 boss 直接盖上去的，所以不会去误敌。不会跌到、嗯、对，就是我改的是基底，然后 boss 掉的东西那个是覆盖上去的。哎呦，这不知道哎、欸，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哦。击杀有低几率获得力量是哎、欸，哦，那很猛耶。那、啊、你们怎么会测出一些新的东西啊？你不是你也测出一些新的啊？我们不知道会有击杀枯功啊。不是我的、啊，不是你、啊，我帮人家弄到翻倍，不是我的、啊，
难过，真的好难过，好难过，双倍伤心，看看别人的，看看自己的，真的。啊，杰克，你多送他几颗魔石啊，给他去玩。你要魔石吗？还是你要钻石？没有，我就会之后再 在你们旁边，好好，好好哦，好好羡慕哦，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哦，看起来好棒哦，哇，你磨得很香呢，旁边跟怨灵一样，我也好想要哦，好香哦，哦，啊，你怎么找到的？我怎么找不到？红叶珍珠啊。啊！中间直接丢了，中间直接丢一丢就有了。那我们的通道在哪？问你呀、啊！你挖的？不是啊，我就随便我说，我还没找到地毯，我就先挖回去了啊。不是啊，不是啊，你这样子怎么知道你点在哪里？想说随便找份看嘛。啊，我的路在哪里啊？问你啊，我怎么知道？谁、欸？为什么？为什么副本入口会有一堆东西？哦，那是我刚刚丢的。啊，可是这个副本，现在的副本东西它会清出来，哦，会直接清在那个放光碟那个机器上。哦，哦是哦，啊、哦，对，所以你在里面丢垃圾会直接被吸出来到那个上面。哦，是我丢一堆东西，我洗了。傻眼欸，水啦！哎、欸，我忘了签乐透，赶快去啊！不用签了啦，请的，说不定会机会让给其他人啊，杰克啊，今天有多一个券哦、喔，今天多一个券哦、喔。啊？没有，他自己打的那个券啊。哦，那不那就更不能让吧，试试看。哎呦，哎，我的路在哪里？问你喽，问你喽，问你啊！我的嘞，路嘞，我要看这个前面的直播记录了，看一下，看有没有那个位置。有，我有开。在哪里嘞？啊，这里不是，这里不是，完了。在哪里？到底在哪里？记得是在这里。那书。那是443，从四十，好，443，好，我想起来了，443，对，哇，你真的没有想起来？你没有，443高度山呐、啊，啊，对啦，在这里啊，对啦，在那里，哎呀，这里啦，找到了，路在那边呐，这里啦，哎，啊。好疑哟、哦！啊，这边是增加，哎，这边堵起来，这边堵起来，好，堵起来，哎、啊，我还在这里呢，把它堵起来，把你也堵起来，全部堵起来，可以吧？好，得啦，哎，哇，酱油，有，帮我磨一下。真的吗？真的吗？我等这句很久了，你是等很久了。这一个好了，好嗨哟！来来来，那我们先签个合约，说你不能告我。嗯，我们反正这个是多的，这个帽子是多的。修补三，打蜘蛛有低几率获得经验值。水啦！啊，水啦！有别的，你那套要不要给小雨凑全部怪啊？哎、欸，可是，但是他是帽子哎、欸，他是帽子。小雨的是什么？帽子有什么？我的是剑跟盾。哦，那可以、啊，那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啦。嫌他哦，他有四排攻击力哦。对啊。不要。放四排攻击又别这样。可以、啊。我劝你还是尊重一下啦。我给他尊重啊，留给更需要的人。尊重。好啦，至少我们现在多一个蜘蛛了嘛，伙伴。哎。成苦力怕了，差点就全家团圆了。再努力一下，再努力一下。之后是要弄船的，一格宽不够，船要两格宽啊。
先找到回家的路再说，是不是？先找到路再说。哦，你要用船哦，那这样子的话就，而且你们要挖三格吧，因为如果要铺冰，铺冰三格，两格就好啦，玻璃片或什么其他的。对啊，对啊。那你要往左一个还是往右一个？你自己想。你想清楚，你自己想。剪刀石头布。再想一想，剪刀石头布，你想清楚，右边。好，右边好。你们怎么打我？右边打一下。打右边的屁股吗？所以你要靠打右边的哈基。靠右边，然后宽一个吗？好。然后靠右边是没有了，原本的那个靠右边，我要挖左边。是我的右边，不是你的右边，我的右边。啊！你先打他先怎么挖？你先挖，快！你要怎么挖？你快！就右边，右边好，右边啊！左边，左边，右边，左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那我去那边，把海底的隧道弄起来。好，这个大工程应该两级吧？两级都要弄这个。嗯，两级够吗？我们还要挖很多冰欸。啊，对耶，至少比他拔牙还快啦。对啦，冰糕打冰糕，冰糕打冰糕，噔噔冰糕，噔噔。哎呀，那我心里准备一下啦。准备太久了，可是你再准备下去，搞不好之后又有行程，你又不能去。对呀，我。永远都有更多的，而且你要想，你有四颗哦，对，等于要去两次，你这样一直拖，一直拖，你要去两次，这样会会不会影响你吃东西啊？这是重点。拔智齿会啊？不是，没有啦，现在啦，对，你不会啊？哦，他只会影响你一边呐，你可以用另外一边吃啊。啊，他有说你那个如果都这样子放下去不拔，会不会你嘴巴最后全部都蛀掉？会出事啊！那你还去？你还不拔？还吐？会出事就不行了。说这种不影响的就算了。对啊，不影响的你就放给他烂也没关系。可是你这个是有差的哎、欸，把我打死好了啦。不是打你嘴巴可以吗？直接把牙齿打碎好了。长嘴，你选择被打碎还是直接去看？医师呢？帮你打麻醉，再把你弄碎。我们是活生生把你打碎还是？你想看打碎，你还要再看一次医生喽、哦？对啊，再多看一次哦。哎、欸，不只看牙医哦。你叫医生把你敲晕好了，然后发现打碎的牙齿是打错的。你是想说还打错颗，那就没有办法了。哦，我们不是医生，打错颗我还不告诉他。哦，顺便赚第一桶金。嗯，有想说你会这样子拖，主要是好，应该是没有不会怎样，结果是会怎样的？对啊，不行啊，那就不行了。还是要弄啊！我再有时间。我跟你讲，阿纪，我跟你说，下礼拜，下礼拜、啊、没有在找什么了。下礼拜，我去洗牙，你去拔智齿，刚刚好。你把他带。阿允，允月如果要，允月要去吗？允月去看。去看他，去加油，你可以去加油，对，可以去加油啊！你可以握住哈记的，握住一个的手，对，你们可以一人握一边。你可以那个什么，雨月可以去拿找医生拿糖果啊。我怕你要醒来，睁开这个是雨月在执刀，你知道吗？不会啦，你不会吧？不会醒来啦！我会跟他们对视交代好的啦。哎、欸，不然你们去买外星人的面具好不好？好害怕！我跟麻醉师讲说，那个如果他快醒了，再帮我补一针。再补一下。要遇水剑呢？哇塞！你是不是有幸运装啊？我只有钓竿跟剑有一个。你好扯哦！好扯哦！好猛哦！他真的乐透。对啊，你 是不会中啊？我还没中过。今天哦，运气那么好，就运气用在这了。今天结果掉一大堆玉髓，然后就没了。
还是不要好，礼拜三要抽卡。礼拜三要抽卡哦，那可能用完了。没了。哪里有？我礼拜三要抽卡，那我希望你今天能中乐透。不要。啊，你那次又是人权的，是不是？没有，他现在新的出的都是人权。哦，真的，每次都是人权啊！哎，新角就是人权，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做的不是很香而已。哦哦哦哦哦，原来人权是香的关系哦，香到很有人权。那次也是人权没错，但是很香啊，是长得很好看那种，香的香的。什么游戏啊？在克最后克劳迪亚。哦，你说开上线挂着就好的那个游戏啊？对对对对，我已经挂了不知道几个小时，我看一下。你超多吧？应该有，我记得之前看就已经有破千。我看你每天都在开啊。对啊，你比我点点饼干还猛，跟饼干还多啊！好几个月了、啊，那小巫见大巫，对吧？3100多个小时。哎呦喂、啊！几千？3000。哇！还除以24，看他挂了几天。挂、嗯、看他玩了多久？哇！太神了！他已经挂了3-4个月了。我好像玩快一年了。我好像有一个朋友，他玩魔法风云会哦，就是那种卡牌游戏。嗯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速哎。挂榜哦。可是他那个不是不能挂机，他那个是实体的不是吗？哦。他是自己在里面玩的多。对啊。好猛、哦、很猛，玩爆了。他是玩爆的那种，我觉得超扯。蹦蹦蹦蹦，所以是下个礼拜几号？我不知道哎、欸。啊？哈哈、啊。看一下我哪一天。我觉得可能要先打电话预约，看看他有没有空。医生搞不好没空。有啦。还是没有空的。哎、欸，不是医生有没有空啊？你要隐约有没有空啊？有了有了有了，早上好，我可以可以为你休息一天呐、啊。没有没有，不是啊，因为你的早餐才就直播啊，进拔牙。对啊。可以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手机啊？我跟观众预告。等他说。听起来不错，听起来不错。怎么钻墙壁的声音？没有啦，那是哈记啊。哈记的牙齿啦。钻墙壁。对啊，你要说大家，我们一起帮哈记集气加油。不然下礼拜二好了啦，还是要礼拜四？我觉得打电话问看看，你就决定好就好了。好、啊，我决定吗？那下礼拜四好不好，云月？我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说我先说这下礼拜四我真的不行，下礼拜四。那礼拜二啊，那礼拜二。礼拜四你不行，下礼拜四我要出去啊！没有没有没有，那我说下你下礼拜四、哦、你是怕那个伤口那些吗？你是为了不拔牙，突然事情变哇！你最近事情突然变超多哎、欸！哦，是有什么目的是不是？我没有啦，没有没有，所以你礼拜四出去是要吃东西的那种。对对对对对，那是等下是几点？早上还下午出去玩啊，整天出去啊。哦，最近行程很多，让我想一下，那就礼拜五啦，吃完礼拜五嘞，对啊。啊，就是最后一餐吃一下，最后一餐，最后的。假爸爸哈，先我打电话看看嘛，电话我先问看看，先那就明天问喽。我爸妈打电话问了、啊，我爸妈打电话问。没，因为你打一定会忘记，我打好了。我顺便问，说那个就是有任何决定权。我要问喜牙啊，我朋友要那个拔智齿这样。请问我们约在同一天吗？对啊，我要问他可不可以同一天。我先问他可不可以直播。录影就好了啦。应该是不行啊，录影就好，录影就好。对，应该是没办法。杰克，你要不要冲啊？哎呦，我刚爆掉一件了。我要付个修补。你要？三力。三A。可以啦。没事啦，没问题啦，而已，就是很妥啦。对啊，你勇敢，你以为拔最多主意的哎、欸，
评估啊。对啊，你鬼点子哎、欸，鬼点子最多的哎、欸。对呀、啊。怎么鬼点子跟医生吵架是不是？鬼点子。我想说，我怎么没看到人？你还在上面？我放圈。不是，突然有东西在敲。对。听医生讲，你看我把这纸，你看没有了哈，你看没有，我骗你的啦，我没有把这纸啊，我走了，拜拜。你刚刚说有飞碟，然后赶快跑出去好了。哎、欸，你、欸、那你健保卡留下了，先让我刷一下。你是在我们家附近的吗？还是找比较远？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有一个不错的哦，对，在那个我们去吃热炒那旁边。哦，那很近哎。对，如果可以帮我打更好。我以为远一点的说，你居然那么近，但是打到半死啊，让你有知觉啊！不要，那我没知觉最好。啊，你没知觉？啊，你有知觉啊？是爆掉了！你挖到爆、喔！你没挖到，我看太久了。他没看太久，爆掉了，直接挖啦。那你再暗暗看，有可能他会有几率还给你，不是吗？啊？为什么？你说因为那个？我用 F 看看。就是他有时候耐久，他判定说爆掉，可是他实际上那个啊，有挡到耐久。哦，是有机会。好，看来他按哪里是没有用了。没救了。哇！最近告诉我，这八字只会出事情。没有啦，没有你不拔太久了。没有你哎、欸，你要想，如果你真的这样放着，然后如果真的会这样爆炸，你搞不好搞到最后原本是四颗变六颗，到变八颗。你看那个稿子就是你的智齿，你看一直拖爆了吧？不是吧？等一下，一直拖。我之前就有一边智齿是放太久，然后有一天突然就是发现后面肿起来，然后我喉咙超痛。对啊，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去看他，就是说是那个发炎，然后而且。因为你发炎，你不能直接拔，它发炎肿起来，你不能直接拔。先打消炎针什么的，他就只能给你开那个消炎药，然后你吃三天再来看有没有消，消了才能拔。对啊，然后我那三天喉咙超痛，因为我只要一吞口水，喉咙就超痛，因为它发炎的部分太里面。哦，你用扁桃腺。对，我那三天连睡觉都很难睡，因为我只要一吞口水就超痛，所以我那三天是趴着睡，我枕头没有一天是干的。啊，好恐怖哦！赶紧拔了啦！对啊，赶快拔一拔哦，不要到时候真的发炎，你就不舒服，又不能马上拔。然后，哎、欸，如果照你讲的这么夸张程度，搞不好连讲话都不太能。讲话可以啦，可是吞口水、喝水都超痛，因为整个喉咙就是它很深层的发炎哦。嗯，哦，哎呦呀，就是、我觉得我那种痛我应该有承受过。嗯，哇，那个也超爆肝痛，就很像。哦，登革热哦，我之前也有就中过登革热一次，那也是喉咙破到爆开啊，那好可怕哦，就吞什么都痛到爆开。嗯，那种只能吃粥吧？不是，你吃粥也很痛啊，你吞都会痛，你吞都会痛哎。嗯，你是不是理解能力怪怪的了？你觉得 compute？ 你是不是要被拔？哇，小雨换了一套装备哎、欸！你要看我的鞋子吗？它很吵。啊、来，我看那个。很吵。你放箱子里。很吵，很吵。我想要看很吵，它是会，它你是那个婴儿那个娃娃鞋，走路会那个。受伤时获得经验值，你是。你知道我刚刚怎样吗？我刚刚就穿着，然后我站在那边，然后有一只蜘蛛咬我，然后一直叮。我可以穿一下吗？你可以穿一下，你可以去玩一下，超白痴。我踩现场就好了吧？应该可以，应该可以。没有哎、欸，对我现在砍蜘蛛，还是要被怪咬？被打、喔，被打。你去被怪咬，超好笑的，超级。那我们打你会有经验值？他就写说受伤会获得经验值啊，获得经验值不是会？我靠，你经验套装哎、欸！我经验套装啊，这是经验王。你打也有经验，被打也有经验哎、欸。哎、欸，打我！我笑死了，我刚附了这个超、欸，好可爱哦、喔！他一直叮叮叮叮，哎哎哎，记下，等一下。那来轮流穿，轮流穿，换谁换谁？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大家都要体验就对了。你、欸、那个要附，体验一下香香香。你那个附一下修补吧，你刚才快爆了。我有附修补啊。补不回来，而且他现在也不能那个了，他就是魔化了。哦，那就。不发掉，叮叮叮叮叮，老板呗，老板呗，到怪少的地方避免他被炸坏，来，下一位，下一位，耶，
小雨的江江鞋，江江鞋，你那是小孩子的学步鞋啊，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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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鞋。如果他是耐久死的话，你说不定这个可以帮，就是受伤你可以帮其他的装备补耐久，你又补回来了。名字蛮高，你这叫啾啾鞋了、欸，站着就可以，站着就可以。啾啾鞋，对啊，你那个叫啾啾鞋啊。你不要改名字。他最近有青蛙撞了，你知道吗？没怪了，楼下啊，楼下应该。我刚好清怪了。你太残忍啦！美，等一下啦，等一下啦，等一下。叮叮叮叮叮叮！对啊，被揍也会有，会叮哦。叮。好酷啊！那找人揍他就好了。对啊，我刚被揍了一下。我刚刚揍他一下。我就叮。我真的揍好像我在站着，然后那蜘蛛咬我，就叮叮叮叮叮叮了，电了，快哦！你开奖。叮叮。就在上面，那哈基，我在上面、啊。叮咚叮咚，该中了吧？小雨最开心的一次。对。啊！对、啊。班主了，班主中奖了，班主了，一些班长抽香香的人选角啊，香香人选角怎么办？不是，不是，我刚刚钓鱼钓到四张防爆。哎呦！你的香香人，香香美哦，香香角色危险了，克制吧，可能你要克，你要克个三到四单了，那也太多了吧，等一下，太多了，没事，我的存的钻大概再克个两单，应该就可以保底了。哎呦，我已经直接拿保底了，来来来来来，一人一张，一人一张防爆券，好这么好，我可以换钻石吗？好好，不一样给哦，因为我钻石我也很缺。防爆券，对对对对，我的防爆券啦！噔噔噔噔噔噔，谢谢阿里亚德哟。还有谁没拿？我没有拿，我再一张。能走开！停出来喽，乖乖的。没有拿到，没有拿到。先结束，我再上去改。好啦，今天到这边了哈，感谢大家。然后之后有什么 bug， 帮我在那个我的那个频道再跟我讲一下。好，好，休息。在座的各位，在座的各位都是叛徒。没有，你才是叛徒吧？只有你是叛徒，你是叛徒吧？好啦，待会打个日嘛，我因为我每日还没有过，所以等一下播完台我们继续打日嘛。哎、欸，阿友要玩的继续来玩。啊、感谢各位啦。那我们什么见？我们不用见，我们换日嘛。发现日吗？还没有，每日还没打，还是我每日私下自己玩呐、啊？对啊，哎、欸，全世界都中了，就他没中，他才是叛徒啊！不是我们背叛他，是他背叛了我们，对吧？游戏。就开心玩，不要想太多，只是游戏而已。哎、欸，怎么日麻读不到？哦，有了有了 ，Hello， 撒哟那拉，阿里亚多。看一下隔壁啊，要去 FB 开台的。我换游戏了，辛苦他了，跑去 FB 直播了。哎，慢了，开始。
大概玩到11点啊，不想玩太久，好累哦。我们就大概就玩到11点。学长安 ，Hello， 你下课了吗？隔壁被飞两次就换游戏了，这么惨的吗？他几点被飞两次啊？我那七点就要开了，是不是？他竟然水逆，我也很水逆啊，水逆好几天了啊，想到就好难过。晚安安，晚安安 ，Hello Hello， 羊毛啊，羊毛。真的发现不用特地解苹果糖哎、欸，苹果糖能换的真的就只有钱跟换东西上去就还好，不想栗子了，栗子太累了。第一次被信飞，第二次被贤贤飞，哇哈！所以他大概八点多左右就换了，是不是？因为八点前有去他那边挂台啊。而且都是2400收尾，我是不该听这张啊。24000哦，看错啦！哎、欸，我现在很累哦。对面是要清一色是不是？不是。哇！看一下有没有人敲我好了，菜渣那边好没开台，
哦，对对对对对，这边还有几个图，哎，就是刚刚不是聊到那个吗？玉米浓汤加哪个奶精球的那个东西，就是兔窝的一位妹子叫晴儿，她之前在里面上班，所以她是这个方法教了我们另外一个兔窝叫夜猫的这样子的喝法。所以那时候有一次是 CWT 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在旅馆里面，就我跟夜猫就点了嘛。然后他就加了两个奶球，我就喝下去说，哦，口感真的不一样哎。对，其实是这样子。安内来，哭啊！还有是不是你们在那边灌票啊？可是我跟哈基的票数很近，我想说那应该灌票嫌疑很低吧？我本来想说，我又是第三名，那怎么又变第一名呢？校内第三，校外又变第一。九度。哦，紧张不算。好了，不然等一下去安慰他好了。啊，我们也可以画画，刷这个。啊，不行，好多好多事要做、哦。谁要啊？谁要啊？啊哈！我这星期都在忙，没时间投。哦，你说投那个、哦？傻小，决斗吧！哇，这什么鬼？再不领上！哇，都会讲话的猫哎，你们好有爱哦、喔！哎，再来要讲讲我啊，不行，好多是要开哦、喔，可是日麻又没有办法解完任务，就不想开啊，乖乖打日麻，之后的之后再说。嗯。
我乱打啦。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哦，有一件事情我还蛮开心的，就是影片输出这个东西。我之前不是在靠腰说我，剪片，以前的电脑是剪片大概十分钟，输出八九分钟吗？那现在这台电脑是剪片，十分钟的影片。输出只要一分钟到两分钟，那是好开心哦、喔！礼物换完，现在换钱，对啊，所以就可能活动打完后，就只是真的就是不解任务，就是打开心的，输出快很多，超快啊！一样十分钟，十分钟十四分钟的影片，输出两分钟那个。快超多的我可以做超多事情呢，不然输出十分钟，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开心死了，像那个什么，杰克的那个吧。如果之后真的开宝可梦的话，我其实那时候就在想说，如果宝可梦他在我这边 FB 开的话，如果那时候的话啦，我就可以真的整天都快开八小时以上吧，都在玩宝可梦、孵蛋啊什么的这样子。这样可能也比较不会累，然后收益也好看一点。对，可能团团哈记也比较好啦，就 FB 那边不知道开什么，就是开他们上去聊天。哦，你今天孵蛋了吗？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多游戏都是你突然可能麦块玩到差不多很无聊了，就离弃坑一段时间，突然回来玩就很新鲜那种感觉啊。像我最近又很想回去玩泰拉瑞亚，啊，只是玩泰拉瑞亚以前的那些干爹已经上班啊、出社会啊，就比较少了。那泰拉瑞亚最近更新是更新说 Switch 上可以玩，有八颗。娘的，还以为大集结，没有大集结，我没玩啊。我有机会哦，干，怎么一模一样？我说话都一样的牌。哦，然后最近可能啊，可能会，我要讲的好多是可能，就是平时如果像是礼拜三 Amigo 的游戏我没有的话，我可能就会开画图台，就是其余不知道干嘛的时间，画图台机会应该会很高。九度？不是吧？这周能随便打中，哦。
敢会伤寒？这要打掉啊！哎，水啦！是，老师，这个要打掉啊！让你上一场的清一色没了，没事。而且早上平时啊，你们上班上课，想说我是想要一大早开一下来玩。但是还是碍于家里的温度啦。其实昨天可以开，昨天有风比较凉，虽然还是39度，但是有风。但今天没有风。看一下还有谁开台啊？诺英有说开到几点吗？应该是开四个小时吧。12点哦，哦，好啦，感谢四位，我们下一局。下面一位，欸，自己走，不想提。温，这个是不是啤酒节？我有没有记错名字？是吗？葡萄酒节，不是啤酒节啊，葡萄酒节。欸，冠良，再一次哦，你没有显示哦，要不要被踢咯？我还是有记得嘛，他怎么开日马了？他是要打日马了、喔？他怎么开日马了？你倒是给我按啊！打牌啊！你要现在打吗？你要通话吗？你这次连进去都没有哦。他跟松鼠打，哎、欸，来打三人嘛，要不要？那抱歉了，抱歉了，各位，再见。冠良都把他踢了，没有，我把他们三个都踢了。哎、欸，咬我啊！抱歉喽，抱歉喽，不是故意的。哇，他这个皮真的，嘴巴大一点比较好看。都没了，对，都没了，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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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自己踢了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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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话吗？可以啊，当然可啊，没事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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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你网路不好。
他怎么买下去了啊？疯了哦！你要听回音了，你可以关掉一边啊。喂，大大，你怎么花钱了，大大？我们要用那个造型来排挤他。什么造型？没事啊。我们两个造型。那只是造型而已，走怎么了吗？很棒哎、欸，很香哎、欸，香哎、欸！哇，怎么这么香？会动哎、欸！哇哇！会动哎、欸！呜呼！听说你被电飞两场哦。别说了。我超烂的啊，我就不太会打、啊。不是你啦，你隔壁那位啦。诺伊吗？对啊。你刚刚也有打、哦？我没有打啊，观众跟我说的、啊。为什么是信？等一下啊啊！怎么是信？听说他把、欸、就是他骑他把你电飞了。阿彤彤嘞？阿彤彤嘞？信出去！滚啊！你来秀造型的吧？好了，他是来秀造型，还有雀姐的。干对眼雀姐的，操！梅吉博士说都是大课长，好羡慕你才最大的课长嘞！走开啦！被擦掉哦。进来，会不会以后的角色都是会动？我觉得有可能，然后就卖很贵。就自从桌布会动开始，就搞这个啦。你们要这样是吗？怎样？啊、排挤他吗？好诶、欸。欸，我没有卡位，我不能这样欸，你们不能这样欸。好酷哦！好了，不然这样，这样不然这样，不然这样。好 ，OK， 这样可以吧？这样可以吧？行吧，行吧。哦吼，好。男生站左边，女生站哎、欸，男生站右边，女生站左边。可以，可以，可以。走，修罗。所以是卡维跟那个的战斗吗？组队，组队，跟组队，组队，组队对打，组队，组队了，组队。对啊，只有我没泳装啊。哎呦。你国师过了没啊？诺伊，没有。好，都是塔了。对啊，双打哎、欸。快点交给你了，我喂牌给你。我进。他喂牌。你妈喂牌、啊！我怎么知道他要什么啦？我会知道。妈喂牌啊！说不定有可能打的都是。跟你说，我的牌再怎么好，我不会打的，我可能也会把这副牌弄得烂。没事啊，没事啊。不会打的人还是会很烂。没事啦。而且我很少，我几乎没打过四人场。那个月饼是什么啊？活动过了，我也没有。上一个活动的中秋，我也没有哦。霸凌他。不是啊，我们之前有教啊。你有教我吗？有啊。你屁啦！你不是那阵子上班超忙？我上班对啊，我超忙啊，但是。就活动哎、欸，揪一下吧。我自己都没有了，我也难过哎、欸。有啊，我有在演员揪哎、欸。干！你怎么讲出来？讲出来。那已经没关系了吧？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吗？应该是。好。干！你在演员揪，我就没听到啊、哦，我就没看到谁啦。哦，西游宝贝。谁啦，西游宝贝？刚才西游好像被盗账号哎、欸。我知道啊，我知道，没关系。看什么牌啦？我不会玩啦！好喂。没事，他才两千，他才两千九。你修罗，你可以有点梦想吗？你修罗，你这样小鸡鸡。修罗，你可以有点梦想吗？我就不会玩哈。休息。修罗，你可以有点梦想。休息啊，休息，好耶。休息，休息。
的哈，忘记了。因为修罗就是解，还可以继续做梦想啊。我没有打过修罗，好笑。修罗可以做很多梦哎、欸。嗯、啊、如果打修罗的话，那个，对我没有梦想，我没有梦想。碰你妈！看我牌，你妈碰你，碰你啥小？我是趁这个时间去改一下我的那个直播间的那个标题。我笑成这样，笑死！完了，打错牌了。天职信念做四案课太难了，我觉得要抽到四案课很难吧。通通，哇，八千，好烦哦、喔！完了，没梦了，没了，还有十四张啊！啊哇！啊！你打错了是不是？我觉得是。谢安安。看来四案课没了呢，妈。我自杀！我自杀！为什么？可以去看吗？不用。你自己看我牌上打什么，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开了啦。我知道，我知道啊，知道啊。哇，可惜耶！哎呀，不过你的皮真的很香哎！哇，哪一个皮？你在意淫人家的皮吗？没有啊，因为我说他这次的皮真的比较好看啊。对啊，你这句话是一包一这个什么一柴一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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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没有喜新厌旧，因为我一直都说他嘴巴太小。没有嫌弃，好啊，没了。有听牌吗？就是、在嫌弃、欸，其实，可是我也觉得诺诺这次的新皮很重，我的性癖。我就很喜欢啊。我不知道哎、欸，我本人听到，本人听到是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害羞。耶、yeah, ，我们多了一千块。耶、yeah. ，不是啊，我被你糊了。哎呀，我的死烂。我们这样子互相残杀可以吗？我等下补你。我看一下。你补我吗？补你吗？你吗？叫阿姨出来。叫你妈出来。叫她出来。叫出来。叫出来。你要哪一种叫？你要哪一种？哦哇哇，好烂哦！改个标题，编辑。繁星也在开台吗？还在开啊，好像是。耶！哇，这边有三个人在开台。没有耶。换日麻。哦，他有牙齿。他有牙齿。两个在 FB 的，没有透，没有透，新手上路，小心驾驶，差点因为 FB 中风，对，真的快中风了。你知道我当时更难过吗？我当时完全没有人可以问，我也没问啊。没有问，你自己搞的哦。太强了吧！你很有资质哎，你很适合在 FB 哎、欸，哇！我觉得我被羞辱了。没有啊，是讲真的啊。笑死！啊，这样就羞辱你哦、喔。对、啊。哇，你好棒哦、喔！哇，你超厉害的、欸。谢喽。谢喽，谢喽。谢喽。
写到。什么终于长牙齿？你们好好讲话，操！讲话哦。他原本还会伸舌头哎、欸。什么东西？他那张啊。但你是不是应该加一下两个版本？对啊。干！等一下就喂给你了，我跟你讲。嗯，我。哎、欸，我丢错了！哦，完了。哎、欸，刚刚应该要吃，我不知道，我不懂，我不懂，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不懂啊！等下诺英打什么要你吃？刚刚吃什么？对啊，同时说你刚刚为什么不吃？吃什么？啊，你那个 FB 应该延迟也蛮久的吧？对啊。哦，那没办法了。牙齿伸直了，咬到。没有哎、欸，米娅的很快、欸。很快哦。我很快。你很快？哦，你很快、啊。我很快。我怎么可以叫我说我快呢？我很持久的好吗？好的、哦，好吗？好的。好哟，没有问题、啊。哎呦，干你的！哇操！不要欺负我好不好？我今天排练真的是低延迟、啊，真的很差，不是很差。这样讲，可是跟 YT 比 ，YT 还是比较延迟比较小。对啊，它有超低延迟。No， 干！哦不，他怎么可以欺负你？两千而已，他怎么又送我们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要问。哭哭哦，哭哭了。米娅大概只有两分。哭哭哦，他们说红宝一分吗？哦，红宝对对吗？还是不对？没有对对。李宝没有啊，栗子才有李宝。看红宝加宝牌。快吐了啊！断要加红宝吧？那、啊、我都听不懂。这是没有一九啊！你的牌里面是没有一跟九，还有字牌都没有。对，我有断腰。OK。对啊。加油，诺英，加油！闭嘴！你在跟谁加油啊？我们的 support 靠你了。哎、欸，闭嘴！我跟你讲，诺英听的牌是这个。你还敢偷看？你讲我也不知道。不是我已经糊了，我才去看啊。糖糖，哎、欸，诺英不能杀我，诺英不能杀我。干在你那。该你的。抱歉呐、啊。你这牌有小三元。有吧？有小成员吗？你说谁？你啊，你啊。你我忘记了。七对子小三元。干哦哟，繁星，你不是说要帮我吗？啊，我们是卡维。我杀了你，等我一下。怎么杀？你要怎么杀？那我这样子打好了。有吗？没了。没有。真的，真的没料，料料无极，没料啊！你还好吗？没，他说没有，他说中花白，中花白才两张，中花白没有，中花白，对啊，我刚忘记，我真的忘记，我不知道，没事没事没事，哎呀，烦呢、欸，为什么？我聊天室的都看得懂什么东西，来不及了啦，有延迟啦。我们不是有三百秒吗？可以等一下。六十吧。这样就是作弊了。没事啊，没事啊，观众不是就很爱教吗、啊？他们教我，我就作弊了。我当时也是开始认真学嘛，哦，有两派讲法，你怎么不吃？你怎么不碰？你为什么要碰？为什么要碰？对啊。对。对啊，有时候会这样子，我知道怎么打、啊。因为我不懂，
然后被胡的时候，你看吧，你打那张，你看吧，不听我的，你这要听什么？哎、欸，你看吧，出来喽，是、欸，哎、欸，不是、欸，哎，你我知道啊，我就白痴呗、欸，你有，不是，你有场风或那个，你有。你如果要吃一跟九的前提下，你要有那个中发白，或是你的西风或东风。你不要说你有什么牌哦。对啊，我真的都不懂哈。没事啊，首先就是不会打，就是一跟九的牌都不要吃。对，安全是这个。你可以加我好友吗？我昨天才删掉一大堆好友哎、欸。对啊。一个月前没上线的，通通删掉。删啦删啦，完了，哇哇，难过，什么的什么什么的，把这张好了，暂停，感动都很可怕、欸，不会啦，会啦，不可怕啦。他在笑，是另外一个，笑是这个，笑是这个，同学。等一下，笑哪一个？他旁边啦、啊。这个是笑。没默契。啊，我也好香哦。哎、欸，怎么了？用着很贵的，用着很贵的皮，然后跟我说卡位很香，不行吗？卡位很香啊，卡位真的很香。你看他那个泳装啊，看看这个姐姐风，我好生气，我只有两张抓。我们可以播那个版权音乐吗？哦，好像去。FB 不行，不行。FB 你播的话，你的台会变很卡，他会就是用很卡很卡来那个阻断版权的音乐。好干哦！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啊，我没有播版权啊，是其他人抱怨说直播 哦，你可以了，你可以了，你可以了，可以了，你可以了，你可以随便玩了。终于了，谢谢，吓到我，吓到我，臭白痴，谢谢。你知不知道和我了？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也？不要再讲了，你不要再讲，不要再讲了。好难过、哦，麻将怎么这么难玩呐、啊？啊，这就是麻将好玩地方啊！干他妈婊！又干你！痛哎、欸，我不要自摸，拜托，喂我。笑死！哎、欸，不是，我刚才打掉两张发，很哭哎、欸。谢喽。你自摸很亏哎、欸，六千吧。长期。我没差。他现在就没有办法啦。满关。那是最后一张了吗？对啊。哇，一万。好啊。如果你在的话，应该更大。对你跑掉了，应该有18000。你跑掉了，很痛，心累，一哭，没事，我给你这个。不要，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你这个。一哭。为什么要例子？因为我刚刚想要切画面弄东西。送你啦，送你梦想，好不好？送你梦想。你会给米娅啦。但是我送你梦想，好吗？送啦送啦，我相信是兑换的。你是不是点最右边的那三张？不是、欸。好耶、欸。一九东。哇，讲牌讲出来。讲、出来了，讲出来。没有、啊、哪个一哪个九不知道啊？东风是确定的吗？而且你是本你是庄家东，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啊？对耶。哎、欸，对耶。对啊。对耶。没事啊，他回来了。哈哈，你好亏哦、喔，原本有两个的哎、欸，笑死，烦哎，阴魂不散，樱花的樱吗？阴魂不散，阴魂不散，
那还真有点可怕。好啦，要杠要吃赶快呀、啊！你在给米娅压力啦！这游戏好难哦。但我觉得打三人麻比较轻松、啊。对，我到现在只会打三人，因为他太容易做大牌了、啊。三人跟四人的规则真的不太一样。对啊。小学就在玩麻将了，真的假的？赌神哎、欸！哇，超会赌哎、欸！嗯，哇，超会打。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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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可是小时候长辈过年不是都会打麻将？那是台麻，没有，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是会，然后我就死不学，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赌性坚强，我如果学会了会很可怕。哎、欸，哎呦，哎呦，怎么啦？这很快哦！哎呦，哎呦那叫有！不要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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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给米娅想一下，不用那不是啦。我怕是你，我怕是你。我这大概只有思考人生一下。我这个大概只有三千吧，三千四千而已啊。你认真吗？你确定吗？真的啊，因为我这很混哎、欸。Are you sure about? Yeah. 我这顶多三班而已吧。刚刚谁放的？放什么？放过哦，多一番。五千呢、欸？多一番，加字摸，一人收税一千。他发一定要碰，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八你碰的话就可以随便玩啦，中八百只要碰都可以随便玩，因为你就可以随便玩什么。碰一番就有一个亿了。对啊。懂吗？你要吃一种还都可以。哦、对你有一个、哦、对 icon， 你想吃就吃。原来如此。icon 什么？原来发是这个用的。就中发白都是，然后再加上你现在是南风，有没有？你的牌上有个蓝底白字的南，再加上中间有个东四局的东，你有东或南三张一样可以当随便玩。有听懂吗？你会卷舌哎、欸，随便玩，谁随便玩，随便玩，随便玩，随便玩。白发中是一排哦。对啊，所以打积分最讨厌就是只碰着这些一排的，超靠，就一排发一番而已。一番是一千分。对啊，然后我就会用这个东西出来。但要求好像900还800，也是一千啊，一千吗？也是一番啊，是摸的。所以你可以的话，就是那个齿轮嘛，然后其他有个查看一种，你就是一番、二番都记一下。哇哇哇！你赚2000呢、欸？你挖什么？你的视频去哪了？干，你要不要看一下现在谁第四名？你被繁星一个，哇，繁星独大哎、欸！哇，繁星很大哎、欸，好大啊、喔！谢谢，这么大大，怎么那么大、啊？干，不要称赞他好不好？笑烂，哦，同一只。我要换一只，看一下。看我除了看廉价，我用你那个皮肤也是要钱，好不好？你在哭是吧？这个好啊，李姐呀，我记得吧，他的声音。李姐呀，哦，你那只的那个繁星的那个是我喜欢的造型。你这个跟诺英是同一只角色啊？是啊。那你那一只角色的那个造型，对不对？他的腋下，
那我要换这只。好色哦、喔！好色哦、喔，那个意下。好色、喔，那我也去换一个。要多换啦，多换、欸！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现在要分阵营了，是不是？啊啊，是分阵营是吧？好了好了，分了啦，分了啦，三打一，来来来来，三打一啊，三打一啊，哦，三打一吗？三打一吗？哦、oh, ，蓝帽子，笑死！蓝帽子，喂，蓝帽子，帽子，你这是宣传吧？笑死！你臭，你用蓝帽子，我骂你臭婊子！哇哇！很凶哎哦！哇！等一下，我骂的是繁星，我不是骂蓝。哇！你骂蓝帽子？怎么我骂繁星？你在哭吧？繁星子，繁星，繁子，繁子，真是笑烂哎！蓝帽子很可爱。Cute，Cute，啦，卡哇伊，睡啦，睡啦，博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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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无情啦，龙龙鼠，哈哈哈哈哈哈，你这金色狮子，八嘎龙龙，八岁八岁，你学的倒是挺像的嘛。太无情的龙龙鼠，太无情啦！哭啊！哭啊！无情大杀，无情双杀！哈哈哈哈哈！等下去帮我，等下去关羽诺，等下去关羽诺伊那边留一下言好不好？就可以好吗？该剪了吧，该剪了吧？我觉得可以了吗？我觉得可以了。去快去做一做，好笑、哦，好烦哦！笑烂！哇，这样有意义吗？无意义。你想一下呢？你不是应该有？你只能混呢，混大东西呢，混爆哎、欸！对啊。有谁？这个超混。彤彤啊，彤彤也是常常达到无意义的。没有，我相信这次没有了。相信啊。当当当当。相信但不一定。当当当，没有，不要相信。干！靠腰。有了啦，有了啦，有了啦。你凶彤彤干嘛？这个也帮我留下。干，这个也帮我留下。不是，我在想说，那个杠，他给我杠下去。请问你是在帮我干吗？这个也帮我找，这个也帮我留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笑死！彤彤，我们没爱了吗？有啦，我们还有爱的。我想尿尿。只要我不是狐狸。我是跳蚤，晚安。太无情的龙龙鼠，太无情啦！你那个发音有到位、欸。很可爱耶，完了，先走啦，龙龙鼠。我要射出来了。完了，我们这下要怎么办？哎、欸，我发现还会学辛普森那个声音，那个河马。你要学一下、哦。你要给我台词啊？他常讲什么？他讲什么？等一下，我想想，是突然忘记了，很没有，对不对？对，我忘记他讲什么了。没人记得。我带，对不起啊。台湾狼，哎、欸，也不对。我操！看你娘，不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喝好不好？对、啊，而且你射那一发很帅哎。你人对啊。你不是有红色的那一发吗？但是我。很少在合牌，他没有射那一发。哎、欸，你杠的那个，哎、欸，你会杀了诺英，你小心一点哦、喔。我会杀了诺英。哎、欸，对，你有三张宝牌。哦哦，可是问题是我哎、欸，注意哦、喔，三杠喽，三杠喽，没关系啦，善了是他们两个的事啦，自动善了。
要不要玩四风严打？我觉得我不该立职的，我觉得我不该立职的，干你娘！真的不给人家机会玩游戏，我这到底有没有合法呀、啊？哇，中礼宝、喔，难怪。切而已。哎呀，真觉得真水逆，烦哎、欸！我真的觉得四人的好难打。个屁哦、喔，什么都没有。刚那一副牌其实还不错啊，啊，结果嘞？结果嘞？等不到梦想。结果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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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那边给我梦想？我已经没有梦想了，好吗？你的奶奶的什么是奶奶的？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你的下降。二三四六七九，看这游戏好难哦。啊！可是玩三码，你玩到一半做大牌之后被人家断走，你不很气吗？会耶，我真的气高潮。对啊，会气到高潮，气到高潮抓出来，太无情啦、啊，无情，太无情啦、啊，我没梦想。然后梦想就是胡牌，我没有什么梦想，我梦想就是胡牌，那胡牌就好了，我不管他多少。这个梦想，好吗？小月这一牌也可以，好吧，拜托了。你这个梦想太悲伤了吧？我跟你讲，修罗之战那么容易胡牌的东西，然后呢，我胡到了吗？没有，半张都没胡到。怎样？怎样？到底想怎样？啊？没有，没有。无情啊！哎、欸，干十一点了，台湾哎，对啊，你明天要上课的人呢、欸，还在这里，还要上课的人，完了。对，你怎么那么年轻？对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那么年轻？太无情了吧！靠腰啊！嗯，小鸟丢出来，去了，怪哇。啊！你没有要北风？你要北风干嘛？他就打出去了嘛，射出去了，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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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吃啦！没有要吃的，完了！我在按闹钟，笑死了！太搞！我的光遇，我要吃辣子。太无情啦、啊！龙龙鼠，龙龙鼠，想打了就白了。哎，彤彤，你等一下修了吗？对，等一下要修了。那三人了是不是？那米娅就没有借口了是不是？傻蓝说他要加。哦，好啊，是啦，是啦。傻蓝或信或傻蓝，你们两个去打一架，谁先？你不是被信那个核飞过，你要跟他打吗？啊？信不是把你击飞过，你还跟他打、啊？哦，好吧。解黑名单，看到他直接拉黑名单。九灯宝莲，九莲宝灯啊！九灯宝莲，九莲宝灯，九莲宝灯是在哭是吧？我不可能啊，跟你讲，我现在连一个什么国士无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做出来。繁星放一个啦。放什么啦？我刚被放了。刚是有人没有人胡牌了，对不对？哎、哇！哎哎哎！你要感谢米娅帮我刚大了牌呢。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哎、欸，谢谢谢谢。不是哎、欸，你这样不行呢、欸。怎样？不然我要怎样？你这样真的不行。不然我要怎样？哎、欸，你这样不行呢、欸。你们好过分哎、欸！狼，小的，你们好烦呐、啊！你们好烦呐、啊！你们这样子我怎么做人？啊，明天我还要四点起来吧？你要干嘛？要偷东西哦？那么早？你要做谁啊？没有啊，还要弄东西。偷东西？并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偷东西？好，拜拜，拜拜。无情偷东西，拜拜。无情，未过天河的有啊。我正人君子哎，你是正人哦？你是什么的正人？污点正人。你空太小，你空太小哎、欸，你太空太小啊！好笑，我是复制贴上。来啊来啊来啊！算了。哎呀，你们很烦哎、欸！怎么了啊？想碰是不是啊？碰一下啊！你是啊，碰一下，碰一下，碰一下，帮我再一次喽，杠！你就继续打。笑烂，好烂哦！你每个人打牌都干了一下。哦，烦哦。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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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人。我应该不会。我看到有人说我是证人女子。女子。确定不是君子吗？对，君子。我说正人女子，女子，女子，女子高校，女子，太小啦，正人，小啦，还没十二点嘛，还没十二点嘛。哦，那十二点的可以讲什么？正人君子啊，时间十二点，君子。我有听错吗？没有，你没有啊！哇哦，哇哦，反正 FB 又不怕。前辈，前辈，没有，他说他们会抓什么色，新三色哦。哈，哇，烧金子的也不行讲哦。哦，烧金子，啊，感觉好痛哦。金爪，金爪。修金爪，你在想什么？关呗。哎呀哎呀！哎，对了，大家记得帮我标一下那个好笑的地方，然后放在关于诺英。哦，你要开始剪了是不是？嘿，我还没有想。开始剪喽。最后一个月要四只啊！哎，哈，你们那边有一个月四只的规定了、哦？对啊，他有说时长吗？三分钟。哦，那还好啊，还蛮短的。你就打了麻将，一局也有很多精华可以剪啊。就发现你们两个剪的内容一模一样，有吗？无意耶，完了。无意，你又无意。对啊，你又他碰了一，你就如果你真的怕的话，你就门清。门清就是都不吃不碰，都不要碰，都不要碰，不要碰，不要吃，不要碰，好烦哦！不要碰，帮我杠大。张牌没人有吗？该有吧。哇！送你！哇，你太大了吧！哇，大大大大优惠！你的洞好亮啊！对不起了。米娅，米娅飞了啦！米娅飞了啦！我飞了啦！我对不起你，我讨厌你！杠大的，我杠大的，我没爱了，我飞了啦，没爱了。那刚刚没有人有吸哦，没爱了，没吸，有吸的话应该更大。我吸哪里？吸哪里？好色了，吸啦吸啦吸啦，都吸吸都吸，是不是吸啦？吸吸雷蒙，我也去洗洗睡啦，洗洗睡了哈，我去洗洗睡啦。干，你妈傻，你妈在那边叫说要上啊，你又没上线，在哪？你哭吧。你洗的卡，好像哦。我在学谁？不知道，我觉得好耳熟哦。就新，如果你要清清补身，就这个啊。大只，我要换一只。美只，你有看到霸只吗？没有。我们好讨厌哦。两个奶，
奶子，两个奶子香喷喷。哇，你奶子好大哦。谁？他的哦。我旁边两个奶子都很大。小心哦，我们有士兵哦。心爱无情三杀，无情三杀，哇！我一开始就咚咚咚。唉，这游戏好难玩了。送你啦，送你啦！给我，给我！我想换这个，很像路人里面那个老头儿。丁，你是说这个吗？对，你的声音很像哎、欸。啊，就王贝贝啊，你没听过？有，难怪我刚刚就觉得很耳熟。我上次学过了啊。你所以你是在学他吗？不是吧？辛普森啊啊！可是王贝贝是这个声音啊。王贝贝更像。当然啦、啊。还是其实是你配的。没有，是在抓那个 key 的点。我好久没看路人了哦，以前都会看他演那个，然后那个头在那边甩。对对对。你是说这个吗？对，抽象抽象的靠边。你怎么可以骂脏话？我没有。呆板少女什么时候重出江湖？你们没有看到这一张吗？哇！然后全世界都知道我有白板这样子，所以我要打出去，笑死！跳蛋！啊，跳蛋！呆板少女今天跳蛋，很难呢、欸。太快了吧！你是在哭啊？你在哭啊？我没有杠可以玩了，杠。那你一定是没有杠杠。杠杠杠杠杠。自动合牌。不见了。就靠嘴。就靠嘴。他们说很，你的声音真的很像那个老头。我靠。很小啦，我只想先跑而已。太快了，因为就是抓到那个点啊，那个频率就抓到啊，对啊，那个频率，你越讲越奇怪。怎样？想开车我可以啊，没事。开呀，快十二点了啊，现在十一点了，可以啦，小孩子。你们那边不是不能讲这些心声什么？你要真的哈？没有啊，他是说不能播色的。哦，那还好啊。我们两个都没有奶。哎，等一下，我有。哎，等一下，洛音什么意思？啊，没有。在攻他小，没爱了。我爱你，不为人海的拥挤，用尽一生的。干你们讲个话好不好？啊，你在唱歌啊？欣赏你的歌声哦。对啊，奇怪。我们很认真在听哎。你好。为什么听到呱？哇啊哇！你手上那个该不会是？你这样有意吗？你在看谁的、啊？诺英德啊，他跟我一样新手的。他不是新手，我新手啦。你怎么可能是新手？我新手啦。心狠手辣，好、哦、哇！看你的对战记录很惨呢。不要吵，他妈的！看一下米娅。不要看我的，我真的不会玩。没事啊，连我现在到底在干嘛我都不知道。哦，难怪你喜欢打那个三马，因为不会第四名，对不对？对，原来是这个点是吗？因为发现他二位突然变成四位，要么是一位击飞三位，他刚好在中间陪打这样子。对，是啊，怎么都没有人，我感觉有人在做牌。完了，随便啊啊！我觉得有人在做牌，这些牌怎么可能没人丢啊？你要什么、啊？不可能！怎么不可能？搞不好在我手上啊！干、啊！搞不好啊！你要的该不会是……哎、欸，嗯，没有哦、欸，应该是不在我这哦、喔。
张都没有哎、欸，过分了吧？一张都没有，那就不在我这里了。你这样讲会害我不敢打牌，我总觉得你好像在等我的牌。欸、真的哎、欸，一张都没有哎、欸，你们互握是不是？干不要，南风对不对？亮牌吧，哎、欸，还没差一张，干，给我钱。梅吉博士要看到吐血吗？我就不会打牌哦。没事啦，他会打牌就不好看了。啊，OK，OK、okay. okay、啦，你是在讲啥笑的？可以给我一点梦想吗？好，没有梦想可言。这是稀有奇怪宝贝。三小、啊，怎么了？三小、啊。奇怪宝贝，收服！不要！你还是不要学那个了，好不好？用你那个皮再搭你这个声音，很难过哎、欸。我都想做一个王贝贝的二弟，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可以去应征。我先跟路人说，可以用你这个那做二弟 life 吗？我知道了，这样子。断你博士梦啦，一条都在我这。这个是稀有奇怪宝贝，好像。你要不要承认，其实真的是你配的？这不是我啊，我也希望是我配的、啊。我那么红就好了，我就不用天天实况了。我就不用天天开台。可是这样就要天天做影片。可是我发大财。你是想要黄的？你是高雄市长，在地上烤枪啊？董大小，为什么他在地上，在床上不好？我觉得你可以醒。怎样？让我醉一回吧，拜托吧！我就想试试看，玩我什么大牌都没有做。是不是来了吧？是不是吧？游戏好难玩。你洗了卡哦。繁星中好像哦。你还会模仿什么？还模仿什么？大家好，我是米奇。靠背。杀人哦。唐老鸭。唐老鸭不行。可以射射。不可以射射。可以射射。不要，你们不要吐血啦！我知道我打得很烂，你们不要吐血。哇，米安的台桌上，其实我真的觉得路人他好像都在直播，很漂亮，蛮漂亮的。路人在直播，真的假的？蛮漂亮。你是想听两个王贝贝在聊天哦、喔？两边都王贝贝的声音。对啊。哇，米安，你的桌上真的好亮。我的桌上很亮，你没发现吗？我的桌上很亮，你桌上超亮，你的桌上超亮哎！哇，看，哇，好喜欢哦！你是宝牌少女哎，宝、oh. 牌，宝牌，宝牌全部丢，真的啊，有这个讲法啊！我把自己逼到绝路了。再来一个，我清两张都没了，妈的！哎、欸，不是，这个牌很完美，为什么没了嘞？少啊！12000，你清一色哦。好欸、对。原来你的宝牌是诱饵吗？没错啦。啊、不稀呀、啊。都被我骗了啦。请叫我清一色少女。哎呦。清一色狐狸。色狐狸。不是，是清一色狐狸。清一色狐狸。色狐狸。我就色，可以色色。Oh my god！ 这次苏千安可以色色了，奸啦！那请叫我断腰九兔兔。
我留言数，快点再帮我多刷一点。哇，我改成独听还是没有，哭了。刘局，小了嘛？不是想要按一下吗？原本应该可以停三五条零伤，然后现在停七条也零伤，到底没有办法吧？好逼，你洗的靠！所以刚刚是什么东西？哦，你牌很大呢。是无声吗？消失，消失，消失！讲完洗的口就被编掉了。哎，帮我刷可以試試。哦，是我被编掉、哦。我想说，怎么听不到声音？你问你是靠去倒位？W 的 G， 我操 ！W 的 G 是什么？听直接听牌。好扯哦！你刚刚谁换给我的？谢谢哦。没看到，忘记了。你是鬼吧？Hello， 森森安安。你是鬼吧？这时候自摸才是鬼，好不好、哦？有时候双粒子可以听到最后，还可以留局、欸，好可怕！可以射手，可以射手，就完全不知道该打什么了。可是你要想、哦，双粒子另外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天听、欸，哎，天和，天听，就起手直接自摸，要么你自摸，要么就是双粒子。安安 ，Hello Hello， 摩卡，好扯，你就多打才会遇到啊。这都是运气，我靠！我靠，一万三，一万二加历史榜，我快飞起来喽！好，晚安，拜拜，要上课了，都赶快去睡觉，拜拜。都是这种东西，可以 ghost 了，可以看台了。啊？怎么了？怎么叫那么好听？怎么突然叫了一下？好变态哦！哦。好呀，琪琪，你在哭吧？朱子贤贤，你在哭啊？吓到！呱呱呱呱呱呱！你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嗯，我在看你台啊。会被吓到就是这个、啊。对啊。哎、欸，原来这样子可以耶！哪样子？你说呱呱、喔？你要写？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哇！你干！你干！你干的太夸张啦！干给自己爽！你是八七零零？干给那个星星是从哪里来的、啊？什么星星？哦，赏欣赏哦。对啊，欣赏就是等于是那个啊，斗内啊，一颗星星几块？一颗没有钱，好像十颗吧？一颗没有錢，十颗多少？十颗九九。哎、欸，我忘记了那时候多少？一百颗三十块吗？还是多少？忘记了。我当时的一千颗多少？三百啊，三百块。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币值，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建安安四十五颗三十三。台币吗？对啊，对台币四十五颗三十三块，对，四十五颗三十三啊，145颗100块，哦，现在涨了、哦，哇哇，那现在其实还蛮多的呢，什么意思？如果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实际后面我们自己收的话是多少，没差，有钱就好。真的好开心哦，有星星耶！如果把打星星的那个删掉会怎么样？打星星什么意思？哦哟，这个打星星然后删掉，怎么投星星？我还没有开欣赏，走不开。
我就跟你们说了。好、哦，你只有一个人、哦，对不起，那你晚点问米娅哈、哦，哦乖哦乖。不是，是人家年纪太小了。哦。人家爸爸不角色，干你啊！臭渣男。耶。换条了解。好爽。人家爸爸不给色，好吗？我哈，他应该会要你用啊。对啊，有混老头，你太扯了。还四宝牌，我刚开始就已经只多一张四万跟一张六万，你还全部都是四牌，不然你要九。我靠，混老头，看你有多鸡巴。耶、oh. yeah.。啊、我把自己的命救回来了。嗯呀，反嘞，今天都怎样啊？烦，烦，妈一群在搞。哈，哈，哈，没错边了是吗？哈。哇塞，你冲我上来。随便我。你太随便了吧！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人见人爱的诺音奖，你怎么了？我的一派太气了！气呀！林茂峰晚安。这什么？玩啊，哪次不玩？应该玩星星了吧？该玩星星了吧？他那名字上面会有星星的符号、欸，哎，那是什么？就是有投过星星的人啊！哇，点下去是泰文哎、欸、，What the fuck？ 哇！哇！为什么是泰文、啊？点下去是泰文。萨瓦迪卡！我点我自己这个是泰文，可是我点阿斯托夫的是。欸、他有成绩耶，赏星成绩二，欣赏吧。他写赏星者成绩二，你们剪你们的那个关于诺音干都是被吓到，你们是要剪一个妈的呱呱特辑是不是啊？好欸，你是要我的剪辑师剪一个呱呱特辑是不是啊？哦、你要不要从以前到现在前一个呱呱特辑啊？之前卖快的。哎喵喵。可以把卖快玩得像恐怖游戏也是不容易。完蛋了。痛了。四个。一九打掉。你直接把人家的那个念出来。没有啊，反正他都是要打一九。请问有吃饱睡饱吗？请问有吃头头吗？给，又要头头，你再头头试试看。好笑啊！怎么笑？我还没加个你他妈的，加个淘淘试试看，好吗？那你要讲讲看吗？你要讲讲看吗？讲什么？你要讲讲看你那个吃淘淘啊？怎么讲？你教一下。想教一下。吃淘淘。吃柳尖椒。吃淘淘。柳尖椒。嗯，好凉凉。靠背。要用光背。不太妙。退定。王妃，请把你手中的淘淘放下。那退战。声音好小。我要退战。可能是因为我把你的声音拉，之前听到了，我之前为什么把你的声音拉小？丁姐啦！我把你画成花。干，你在等这个吧？等啥？等我嘛？白痴，为什么要进三根一样的东西给我？阿妈，你怎么没感觉？现在出现一个新的赏星者。阿干，你打错牌了，还我！要输，爽啦！打错牌了。
又有五十星星啦！你又哇，五星星！耶、yeah ！谢谢阿斯托普的星星。还三千，看一下。哇，它还可以自定耶，好屌！就。什么自定什么？要投几颗星星啊？肚子饿了。呱呱叫！晚安，志工。晚安，志工。外卖，外卖，上限99,999。谁呀、啊？我靠！谁会投这么多星星？哇，没了，没了。哇，啊哇！都停不了，旅游了，旅游了，游鲜美鲑鱼。鲜美鲑鱼山，刚刚之前说他想本来要去改名成流油鲜美鲑鱼，啊哟！我今天都没有到一五二，是在哭吧？哎、欸，你至少糊了啊！好，慢慢来，慢慢来，你开始有糊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到一二位。有看，你要看今天那个。那天晚上好，看了我用我了。越打越大。老婆加油！再十五个留言数就可以破千。老婆是你力量。再十五个留言数哦，打个一二三四这样算吗？快点帮我刷个十五折，我就破千留言数了。爆数爆数！快快刷起来刷起来，快点刷刷！该爆数啦，该爆数啦！1233212334星星，你怎么这样？不给梦想？什么？但我知道你是雷霆。谁知道会给你？我有给米娅。我很抱歉。我给梦想。不是你没给我啊。好哇。不对耶，靠北。过晚上好。刷呀！刷呀！谁刷呀？刷呀！我说刷呀！完了！刷！钢胶你发啦！啊？钢胶？我靠！钢胶啦！空话小。钢胶？去哪里啦？你姓焦吗？这个好笑，感觉真挺歪，好烦哦，你们好烦、哦，哎呀，啊，我要笑死了，你心焦吗？我心焦，要心什么焦？蓝蓝焦，天竺鼠，焦吗？可以可以帮我提，干嘛？这段也要剪进去吗？这能放吗？我很不行，传教而已啊。传教哎、欸，我们传教哎、欸。啊，传在教。一一哦哦，真的一乖乖啦。烦。好不？对，你星星丢太多了，不要再丢了。快点丢更多的星星！毛豆还有流星雨，你真的会被变态？不会啊，我这种声线不会了。哇，你不要这样讲，搞不好真的会。真的会，你不要这样。第一次开，马上就变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关播。感谢梅吉。哎、欸，你快把清一色打出来了哎、欸！干你很傻，你个紧张烂，你很棒哎、欸！好复杂，你说 FB 的界面吗？我也觉得哎、欸。那、啊、你今天弄 FB 直播弄很久吗？你们不可以闲，你们要鼓励你们公司。FB 很棒，也超棒的，蓝色学校最棒。哎、欸，可是我那聊天室，他一定只能用那个吗 ？Streamlabs 的聊天室吗？我好想用我原本自己的。我是就是去 FB 之后才用这个的、啊，因为想说在 OBS 上直接看聊天室比较方便、啊。哦，
我当时啦。啊，我今天下午弄乱聊天室弄很久，我就很火大。啊！火大！啊，什么小的？小的。如果你是打另外一张，会更痛。小的，靠边。啊！所谓的另外一张是哪一张？哦，你有没有中啊？哦，你中现在才大、啊，大啦。可惜呀、啊。哦。当然，北风要先出击、啊。进来。嗯。江西来。江西。江西呢 ？Hello， 高秀才。你很老了。你是谁？反正你如果不确定的话，就把所有的一九跟字牌丢出去，你就可以玩游戏了。对，你就可以玩。字牌就是东南西北啊，跟中八百啊、哦。没把握的话啦。断腰没？对啊，所以你看到我们通常都是字牌跟幺九牌会丢出去。断腰最强哎、欸。对啊，我合过两万四的断腰哎、欸。啊，24000，两万四，真的啊，就是人家杠牌帮我把我的牌杠大、啊，你敢笑死，会杀人的。要不要吃美味蟹堡？很点了吗？吃桃桃。哎，有条到这。桃桃。哇，你哭啊！你在哭吧？我八九条哎、欸，我八条还是速水、欸。我送。我宿明天要早起的。对呀、啊，你怎么还在这里？吃桃桃。因为，因为我不睡不着。你的梦想是要哪一种？嗯，满意满吗？嗯，天和。哦，他可以把星星弄到直播上，看到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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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像那个斗内一样，会有那个。懂嘞，那个啥，哎、欸，你有聊天室的嘞，你有聊天室的，我为什么不能用聊天室感？我是用那个 Streamlabs， 就是，我怎么突然喘气啊？干什么？放着脚呀。另外一个 CSS， 现在人比较少，黄若瑶，好、哦、像我朋友名字哦。你有玩魔兽世界吗？黄若瑶、欸。你是玩术士？问一下嘛。直播上人情。就他吓到说：“哎呦呦呦呦呦呦！”有哎有哎，我认识。然后等下就换他把你的真名报出来。不过他不知道我本名啊。哦、他知道我叫蝶翼房车喽而已、啊。你三笑，等一下，你好奇怪、啊。为什么？不是你这名字。你不用吗？你不会用吗？你会用啊。蝶翼房会，我不用蝶翼啊。那就怎么了吗？他是我朋友而已啊。还是你都用条条？还是杯杯？没有，没有用过那个条条。还是你根本没有？啊，等一下，什么意思？我没有是怎样出生？你什么意思？年级吗？还是你根本没用过？我有。啊，你有？你怎么不是有30公分？你怎么会有？啊，你为什么有？你知道的太多。还是那30公分会流？流有些玫瑰。已经有个了，有人在旁边呢喃的，怎么办？真可怕！就是在团体中会去角落画圈圈诅咒人的那种。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不爱我。他会想到之前那个龟头军队。哦，对，他的名字。超好笑哎！军头硬要念成龟，你是说昨天吗？哦、对啊，龟什么？龟龟鱼头啊？军头龟裂。他哎、欸，那个人本名叫什么、啊？龟裂。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哎、欸，讨论一下要不要？
不要啊，要不要啥？要不要啥？要不要叫外卖吗？外卖。咖喱拌饭。咖喱拌饭。喂，怎么了？换谁了？不知道。知道哎。哦，他在问聊天室是不是？哦。我把那个星星的 CSS 放上去了，有人要试一下吗？快点，零七一上吧。哦，他杠了。我哟。开杠。很会杠、啊。没有杠给自己爽，可惜差一张。哦。很会，很会。哦，他碰了。哦。信息回流了吗？新开蹦。蹦。碰。我去看。蹦。哇。我听沙小。好贵。我真打掉嘞。本来是这个，打掉这个。星星啊，我把那个欣赏 CSS 架上去那个。聊天室不知道他会不会跑出来，干无意哭啊！干你有三张亮亮，你竟然无意哭啊！心打光了，心奶，他好可爱哦，男同神哦，为什么问号？为什么是同声？是同声。呆呆呆。呆呆呆。没有梦想。这个混一色确定了吧？就想不到吧？听条子，我靠，真的想不到哎、欸！无意呀、啊，哭啊！你为什么无意啊？啊？你手上有没有19跟字牌啊？有啊，那就是。要打掉啊！啊，等一下，四六，还是你只能碰碰我？哇！啊，我剩下这两张打出去感觉都很危险诶、欸。努力的牌好危险哦！让他留局，留局。你又啦，搞，我搞要付3000块了，烦呢、欸，很烦呢、欸。我觉得我现在这两张打出去都很危险，完蛋了。该打了，该打了。对啊。不小。压力好大哦。哦，原来是你。对，是我。我以为是我的下一家。没了，没了，没了，我们的梦想。你是要挖？你是要筒子啊？给你啦。耶、yeah. 欸！你怎么知道？直接单刀。猜的啊！你看他2桶3桶都打过了啊。哦，有哎、欸，跑出来了。哇！啊，原来你最后一张听白板，白板在我这。我看一下。我想说，嗯，哪里跑出来了？是他好小、喔，为什么他超小、欸？我是混，我大混混的话，想说，该打的都没了啊，那就是一张了吧？混，混，混。哦哦，他长这样哦哦哦哦哦。那谁干安呢啦？这样吗？可是他只有一下子就不见了、欸，太。维持你要去调啊，可以调加长它的时间。我要
可是有在剪片的话，那个会蛮烦，蛮烦的。有时候存在太久会蛮烦的。看个人啊。所以以前就有星星了，感谢感谢没。打错了。不是 S C 啊，那个星星啊。S C 到哪里都念 S C。怕丢。已经习惯了，你的。的星星。打错了。我刚刚把它拉超大，它还是很小、欸，不然我拉满版。你说字吗？还是图？对对，我把它拉满版就会超大嘛。哦呦喂！嗯，痛到插头，好痛。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你还好吗？你灵压没了。你是不是很累？你还行吗？你现在一位了、欸，哎。撑住，撑住！我现在意外了。是啊，你醒了对不对？突然来精神了。我要打牌打到很心累，知道吗？很烦哎、欸，没什么好烦啊，这么烦。压起来。啊，我就说打错了嘛，再改，我很难过啊。这个游戏好难玩。哎、欸，对，我现在想起来。哎、欸，有什么游戏是多人游戏呀？很多啊，很多啊。要看你要哪一种啊。想西南。L4D2 啊。好。应该是适合开台玩的吗？可以比较那个什么讲，练功型的啊。重点是我没朋友。好啊，删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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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吗？现在在场，不是，其他队加三个人全部退出。哇哇！辛苦，全跑。哇哇！昨天出车祸受伤，怕伤口。送你一门牌。好，贤贤快去睡。诺伊拿贤贤受伤，赶他去睡觉啦。你快睡觉，睡觉，睡觉。你什么妖魔鬼怪啦，姐姐？想一下，姐姐。叫我姐姐。姐姐，你什么鬼啊，姐姐？姐姐。叫我姐姐。除了东风你不要，我南西风你都要哎、欸，姐姐。对，我脸书有坏掉了、欸。你脸坏掉了。我脸书有坏掉了。哦，脸书哦。脸坏掉，现在脸书好像有点怪怪的。脸、欸、书，我们两个都断了。对，现在断了，没嘛？看，因为 FB 现在好像有点爬带，怪怪的。对他这个时间爬带怪怪的。那又断？没有没有，不是直播断，是整个 FB。哦，是怎么样？哎呦 ，FB 被攻击的样子。整个 FB 断掉了。对。对，我们两个都断了，所以不是我们俩的问题。哇 ，FB， 哇，正中，对，你也是听到脸断掉，哦，脸坏掉，脸断掉，听起来，我操，越来越可怕了，脸断掉怎么了吗？越来越可怕。哎，来，哎，好玩，哎，来，哎，好玩，哎，来，哎，好玩，啊，哎，好玩，哎，好玩，哎，看到你的牌了，耳熏。完了，大家都断了，肚子饿了，呱呱叫，吃东西了，呱呱，呱呱，哎、欸，哦，原来繁星粒子哦，我完全没注意到。嗯，我现在在到处看啊。哇，这个要改吗？改一下。怎么办啊？现在怎么办？这你要那个回报，如果你们有。他有没有要你填什么东西在那个回报单之类的？你的时速什么之类的有吗？有啊，没有，他会直接看后台。哦，我他现在直接看后台。哦，我们以前是要填，把每天的那个直播填上去，然后就会备注后面 FB 大宕机什么之类的。这下可以提早睡觉了。决斗吧。也差不多了。决斗吧。也是没几张嘞、欸，也是没多少张。哈哈，白板，那就打算是发财。我打错张了，我打错张了。决斗吧。
台时数还有在计算吗？没有，重新连线。啊！重新连线。嗯，我是重新连线，我不在里耶啦。我是重新连线，他也重新连线。突然变台语了。所以你是停止串流再串一次吗？没，我没有停止，我不敢按，我怕我也不敢按。我不敢按。现在他是显示没有网路。对。他显示是网路很差。对。您的牌子奶。怎么办？怎么办？我去关心一下他自己。哎、欸，没有，大家都断了。对啊，全部都断了。对啊，对啊，对啊。那我们的时速嘞？所以就是说 ，FB 整个大断啊。是啦。哦，必须要弹出来。大断线。嗯。如果没算时速的话，找他算账。Sorry。打就好了。对啊，是吧？你说。我今天观看有200人呢、欸，哈哈哈哈哈！妈叫你拍最少，走，我妈乐骗，哇 ，FB 直接整个坏掉哎、欸！我现在 FB 重整出现、yeah. ，Sorry， something went wrong。对啊，所以我刚刚就跟你们说是直接大断了。哇、wow, ，那我们还是，你就继续录影嘛，你现在直播记录还在啊。反正我录着啊，我录着。对啊，我也是录着。先摆着嘛，好笑了再说。可是你都不笑，你都好难过。我笑不出，我笑不出来。你觉得我的牌笑得出来吗？你觉得我的牌笑得出来？你觉得我的牌笑得出来吗？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四位，你一位啊？你笑得出来还是我笑得出来啊？我四位，我还是笑得很开心啊。这个就大家一起玩爽的。没有，你要想一下，你为了精华，你就是要有一些牺牲，懂吗？好啊。好。好，继续。莫音姐姐加油。干你啊！去麦。原来你是因为被叫姐姐干你哦。哎呀！哦，你有时候有一些声音很像徐福、哦，我一直以为是徐福在讲话。我吗？彤彤。啊，还不去睡？你有一些装的声音好像哦，害我会有点装什么装？彤彤可以练一下徐福的声音。是徐福啦。化妆的妆吗？哈哈。大妆。徐福本人。啊、其实我是徐福忠实的、哎，你看，原来是可以直接这样子的，原来你是他的忠实人啊！其实我就是啦，我认识他两年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的忠实竟是你，笑的嘞，哪里好的？哪里很好的？我懂了。那这样没有例子。告诉我，小英，你有什么兴趣？你怎么在唱这首歌？哦，笑死！哪一首？靠背。你们真的很靠背。我们应该改歌词的。难怪不直播了，原来在经营徐普啊！那没有，没有，好恐怖，好恐怖！你这个说你笑不出来，在装了，在装了，在装了，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啊，再来都是条子跟筒子了吗？筒子，筒，筒子，你洗的卡，感觉就是筒筒女性化。童子，童子啊，其实我是做夫童子、啊。童子，然后掰 BY 吗？观音，一人一男，感情才不会。他像太妙。哎，哇，你会立直哎、欸？太小了。不是啊，什么叫三小？哎、欸，
第一集来 A 好玩，来 A 好玩，玩会好难。岭上开花，开了吗？烦呢、欸，给我一点好烦好不？哎、欸，谢谢。睡啦，我不是侍卫啦。我不人，我不当人类。好、啊，你不是本来就不人类吗？我曾经是个人类。谢谢，哈利波特。哦，快飞了，快飞了。啊，不是笑不出来。决斗啊，来啊，决斗啊。决斗法两位。我快要被打飞了。哎、欸，我们两个分数一样烂哎、欸。啊啊啊啊！我还活着，但是结束了。一千。啊。我还可以立直好吗？你还可以立直棒。其实没有很痛、啊、你很痛啊，你东风欸，你庄家欸、嗯、没事啊，没飞什么都好。我终于我终于攻击一位了，庄家攻击力 1.5 倍耶，终于意外了，终于在这个世界上今天的目标完成了。最开心的就是就是在这十月四号半夜还没晚上7:50，他们终于意外了，谢谢大家支持，谢谢。为什么？你为什么一个意外搞得好像奥斯卡得奖一样？好啦，笑死。哎、欸，对，你们那个 FB 的时数怎么算的、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算啊。对啊。哎、欸，你们会累积吗？没有。啊，就是一个小时多开。多开一点点很亏，这样子是不是？对，哦，懂了。所以最好就是开刚好，或者是可能多个5分钟、3分钟。没有 ，OK， 懂了。我们之前不是哎、欸，我们之前是可以累积。好了，不同公司不能这样计较，可以的，加油。不同公司还有9分钟，再一场吗？还是要玩什么？闲聊拉塞也是可以。可以闲聊拉塞吗？反正我们 FB 断了，我们已经没差了。对耶，我们已经凉了，你懂吗？凉凉，好凉凉，还没好哎、欸。好凉凉，好凉凉。我来看一下群组哦，那个。诺伊，你看一下那个赖的群组，一片哀嚎。我知道啊，我知道啊。笑死！没有办法，我刚刚就在看啊，没有办法。FB 爆掉啦！哦，你笑不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哦，还是因为你牌很烂？好，还是两个都有。都有的。你屁嘞！刚刚混一色那么大，笑不出来。笑不出来，真的笑不出来。怎么可能？你对移位已经没无感了，是不是？那来啊，没有国师不要关台啊！哇！我靠！睡觉。没有笑，就继续打。脸书窗口整个后台宕机，目前正在等平台修复。对啊。那你要修多久？还敢在上面吃泡面啊？妈的，傻了，工程师。龙族，哎呦，无情啊！我就是你这句话超像徐福的，哎，无情啊，太无情啦、啊，超级像。好啦，那个你刚刚是问什么多人游戏？想要什么多人游戏？就适合开台玩的吧，应该。几人？不会很累的多人游戏，都可以开很长时速的多人游戏。对啊，我今天原本打算在那边玩那个什么来着，风之谷，干嘛删？哦，我也有想要玩线上游戏，我有打算要去玩。你想玩什么？就什么 RO 啊，艾尔之光啊，风之谷啊，马奇啊。你什么都挑一些很干，好爱尔之光，好老、啊。因为都是曾经的回忆。我跟你讲，我们家保姆带了那个
那个牛排回家，爽啊！好好哦，哎，不是前几天才说你有牛排吃哦，好久没吃。对啊，我最近一直在吃牛排。妈的，太爽了吧！哇，你过得比我富裕吗？但你过得也太爽了吧！我已经把录影程式关掉了，我已经不管了，我已经不管了，那我也要关掉了。我要把 OBS 关了，再见了，再见了 FB。你知道他连重整都不能重整吗？现在可以讲坏话吗？不行吧？我还在开，我还在开，等一下我关，我关，我关。你在开什么？录进去。啊！哎，他连结束都不给我按，好，好吧。好啦，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明天巧克团见啦，大家拜拜。来拜拜啊！啊，抱歉，刚刚抢进来的那个葡萄酒节，还以为忘记了，抱歉。大家拜拜。